好，报告委员会，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24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16日星期一9:04至12:04，14:34至15:31，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坤玉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李坤泽委员等17人。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次长许明仁等相关人员，主席王召集委员玉敏。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卫生福利部、劳动部及教育部就因应长病毒流行剂之防疫对策，门急诊就医分流、健保给付等紧急应变机制，与建立有薪家庭照顾假、临托服务停课标准及退费标准等配套措施，列席报告并被质询。本日会议经卫生福利部许次长、明仁等列席报告并被询，委员洪慈庸等16人提出质询，均经卫生福利部许次长、明仁及各相关主管等及时答复，决定依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江启程、徐正伟及王惠美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相关资料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通过临时提案9案，请委员酌参。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修正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通过。本日的议程为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领具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3条之二、第27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那今天我们出席的委员及官员，我们首先欢迎我们陈英委员、洪慈庸委员、庄瑞雄委员。我们今天出席的官员有卫福部食药署江玉美署长、法规会李丽丽专门委员、环保署环境卫生及毒物管理处陈淑玲副处长、废弃物管理处宋以仁检任记证、经济部商业司陈密顺副司长、萧旭东科长、工业局张方硕记证、中部办公室许世灿视察、法务部刘英秀参事、行政院农委会畜牧处江文全科长。好，以上官员介绍完毕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请今天提案的委员做提案要旨跟说明。那庄瑞雄委员已经到现场，我们首先请庄瑞雄委员进行提案说明。主席，还有我们各位委员，我们在场所有的官员啊，针对啊，这个本人的提案呢啊，在这边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有鉴于啊，这个欧盟在1993年呢，便首度去提出这个禁售经动物实验化妆品的一个法规啊。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缺乏取代动物实验的检验的化妆品的一个方式，因而呢啊，这个研制在2003年开真正去制定出具体化妆品动物实验的禁令的一个内容。那经过这个多年的一个极力的一个努力啊，才在2013年3月11日全面去禁止进口及贩售经动物实验之化妆品的一个原料。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去提出这个一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3条之二这样的一个修正啊，所以我们也请各位来看看别的国家这样的一个严格那一个进步的一个法律。从欧盟立法的一个历程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在他在2003年欧盟所拟定的一个具体化妆品的动物实验的禁令的一个内容里面，包括一些的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化妆品禁止在欧盟境内实施动物实验；第二阶段，化妆品所有原料皆禁止在欧盟境内实施动物实验；第三阶段呢，就是禁止贩卖及进口经动物实验之化妆品。第四个阶段呢，禁止贩卖及进口经动物实验之化妆品原料，并于2004年第一阶段禁令生效。化妆品禁止于欧盟境内实施动物的实验。到了2007年的时候，欧盟在取代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中，也正式纳入了动物福利之理念跟思维，并投入资金去积极的开发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案了啊，这也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金额，在第二、第三阶段的禁令也已经生效了。在欧盟境内禁止实施化妆品原料之动物实验呢，同时也禁止所有实施过动物实验之化妆品进入欧盟来贩售。到了2013年的3月11号，欧盟全面禁止进口及贩卖经动物实验之化妆品及原料。所以在代表欧盟对于动物这些法案，代表欧盟对于动物福利的一个重视，并将致力于持续支持开发替代方案及积极与第三方国家沟通，推动呢，跟随欧盟目前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让欧洲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化妆品研发的一个同时啊，也不妥协任何对消费者一个安全方案表述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啊。那在欧盟对这个政策的推动之下，其他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啊、印度也做出了同样的一个决定，跟随欧盟脚步全面的禁止进口跟贩售经动物实验的化妆品及原料。那反观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在动物与实验动物的权利上啊，这个我们还是原地在踏步了。仍未立法禁止化妆品动物实验，不仅漠视了动物生命权益跟实验动物利用的分际，这个难以对我国动物福利有所提升。为了让台湾顺应世界的一个潮流，提升国民的一个理念标准以及欧盟道德价值作为消费的一个方针，所以呢，我们拟具了一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3条及2及27条，以增进我国国际的一个名声，强化动物权的一个保障。这些我们也请各位委员能够来做一个支持，谢谢。好，我们谢谢庄瑞雄委员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请蒋乃馨委员不在。那接下来是本席的说明，请容许我在主席台这边补充做说明。那我想本席提出来的有关于这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3条之二、第27条、第35条的修正案，主要是我们现在真的看到全球大概有1.15亿只的动物被拿来实验了。那其中这个化妆品的动物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非常的残忍它是把这个化学的药剂滴进兔子的眼睛里面，用兔子非常敏感的眼睛的部位来作为这个药物的测试。那有一些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它把天竺鼠的这个毛把它剃掉，用天竺鼠的皮肤来做这个药物的测试，然后有的甚至是已经溃烂了。那我觉得人类追求美丽，但是人类的美丽不应该建筑在动物的痛苦身上那包括国内的调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有高达70%以上的民意是反对就是化妆品用动物实验来进行的。那现在呢，其实也已经有27家的厂商，他们也都同意不要再使用这个动物试验来做化妆品的试验。那包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我们可以使用的化妆品的原料已经高达4000-5000种，所以事实上是不必要再拿动物来做有关化妆品的实验的。所以我想今天立法院讨论的这项修法，对于动物保护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呢，本席也希望今天的整个法条的审查一切可以顺利，让我们朝野各界大家共同支持，就是我们国内不必再拿动物来做试验，来作为我们这个化妆品
试验的白老鼠。那我想这个对于动物权利的保护来讲，也会是一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本席这边的提案跟庄瑞雄委员提案还有蒋乃馨委员提案，我们大概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那但是在草案的内涵上面，我想我们今天会进入法条的审议，我们就仔细来看法条上面如果还有一些大家意见不同的需要再来修正的，我想我们会再予以修正。那至于外界现在在说这样的一个法条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事实上在本席的版本里面呢，有列了两种很特殊的情况，它是可以例外再去做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成分广泛被使用，但是呢它的功能无法用其他的成分替代，就是找不到的话，这个动物是可以再做这个检测的。第二个就是说它评估资料显示有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必须进行动物试验者。所以本席提出来的法案是原则上是禁止，只有在非常特殊的两种情况以下可以例外开放。我想这是本席的提案。那我们今天除了询答之外，会进入逐条的这个审议，到时候也再请听各位的意见。好，那以上呢提案的委员都已经说明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请卫福部做今天有关法案审查的报告，我们请江署长。主席、各位委员、理事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呢，大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的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卫生环境委员会召开第25次的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本部提出简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第一，《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的修法方向，化妆品卫生安全乃是全民最为切身跟关心的议题。那为了要保障民众使用化妆品的安全，健全化妆品的管理制度，这样子加强的话，实能维护国人健康跟确保消费者的权益。今天审议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既有王委员玉敏等16人、蒋委员乃馨等21人及庄委员瑞雄等22人，共计提案修正3案，4条条文重点如次：一、化妆品之标签、仿单及包装刊载的文字，应以中文详细标明。修正条文第6条。第二，化妆品之成品、半成品、颜料、配料进行安全性试验时，不得以动物作为试验的对象，并订定实施缓冲期及罚则。增订条文第23条之2，修正条文第27条、第35条。二、修法各版本之综合说明。本次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共有3案，涉及增修订的4条条文，仅就修提案修正重点简要回应说明如下：化妆品之标签、仿单及包装刊载文字，应以中文标详细标明。提案委员是蒋乃馨委员等21人。那在前行政院卫生署呢，业于1995年12月25号公告，化妆品应刊载4项。应以外盒标示为原则，并应以中文显著标示或加刊。难以中文为适当标示者，使得以国际通用的文字或符号标示。倘化妆品标示事项全面译为中文，恐易造成消费者辨识成分及查询产品相关资讯之困扰，所以我们建议维持现行条文。二、化妆品之成品、半成品、颜料、配料进行安全性试验时，不得以动物作为试验的对象，并订定实施缓冲期及罚则。增订条文第23条之2，修正条文第27条、第35条。
那化妆品之成品、半成品、颜料、配料进行安全性试验时，不得以动物作为试验对象。提案委员有王委员玉敏等16人，跟庄委员瑞雄等22人。回应说明，那鉴于欧盟化妆品管理指令的规定，是规范化妆品跟化妆品成分等进行安全性评估时，不得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有关委员提案修法方向，本部尽表尊重，为建议文字着作修正，增加违反化妆品跟化妆品成分动物试验禁止规定之罚则。提案委员有王委员玉敏等16人，跟庄委员瑞雄等22人。回应说明，参考动物保护法的规定，违反该法第15条，避免使用活体动物，减少实验动物数量或使用动物产生最少痛苦及伤害之规定，系先限期改善，倘未改善时采取行政罚款。有关委员提案修法方向，本部尽表尊重，为建议文字着作修正，以使裁量裁处量罚具一致性，而且符合比例原则。那第三是配合第23条之二，增订化妆品及化妆品成分禁止动物试验增订缓冲期的规定。提案委员有王委员玉敏等16人。回应说明，为避免化妆品业者对于第23条之二实施期程之混淆，建议统一给予业者3年的缓冲期及准备期间。有关委员提案修法方向，本部尽表尊重，为建议文字着作修正。总结，承蒙大院各委员之支持与协助，完成多项法律案，对业务之推动有极大之助益，在此敬致谢诊，上请各位委员继续给予指教，谢谢。好，谢谢我们江署长针对修法内容的回复。今天江署长让身体为恙，这个要保重。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想今天主要是审这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但是因为昨天爆发了，就是有这个天福养生公司、渔养国际公司、寻凶公司，其中涉及到这个非食品级，然后添加到这个食品级的这个纯咸制作蒟蒻的问题，还有就是篡改食品有效日期我想这个社会大众也都非常的关心，所以呢，本席要求食药署呢，今天也要补充报告，针对这几大项，刚刚本席讲的天福养生公司、渔养国际公司、雄勋公司这三大案呢，就是目前所查获跟侦办的情形，有必要跟社会做说明。那是不是我现在请这个食药署署长，你们现在掌握到的资讯，是不是同意再跟外界做一个报告？来，请。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些书面资料，是不是容我们同仁可以发给各位委员？好，发给委员参考。那这两天所在报纸上所公布的一些讯息，其实在食药署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就查获有某家公司的仓库里头库存有非就是预期的产品跟原料，那而且呢没有跟其他的限期在使用的原料做分开的储藏，所以在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们一直把预期产品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稽查项目，在这里也跟各位委员补充报告。另外呢，在今年呢，我们全面呢对贩卖肉品、禽畜产品、水产品的工厂做专案的稽查。那稽查里头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所有仓库里头所储备的一个盐物料，它的管理情形跟它的预期产品的处理的情形，它是一个重点。那在这两年，我们跟检调之间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那也谢谢
检警调的协助。那我现在就开始对这三个专案做报告。那这三个专案呢，第一个是天福养生素食有限公司涉嫌使用非食品级的纯碱制作蒟蒻案，不晓得各位委员拿到我们的报告案了没？没有。麻烦工作人员现在发给所有的委员。好，来继续报告。好，第一个是有关天福养生素食有限公司涉嫌使用非食品级的纯碱制作蒟蒻案。这个本案呢，这个案子是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在去年的9月16号查获的，涉嫌使用未包装标示非食品级仅限工业用的纯碱制作蒟蒻。那现场呢，就封存了颜料跟蒟蒻的产品，大概是60公斤。那同年的104年。12月24号，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呢启动追查。那在今年的5月17号，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起诉该公司的负责人。那后续呢，由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来做审理啊。那后续的处办情形，那针对违规的产品的部分，各地方政府卫生局配合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所提供的资料，要求业者立即下架回收。那本案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第10款的规定，依同法第48、49条，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的罚金。后续呢，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审理的结果，如果最终的判定无罪，那么我们会督导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确实办理行政裁处的事宜。这是第一个天福养生素食有限公司的案子。那第二个案子呢，是17号的渔阳国际有限公司涉嫌篡改食品有效日期案啊。那么这个案子是在105年，就是今年的5月6号，那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接获情资。渔阳国际有限公司涉嫌篡改食品的有效日期，那么他爸就把这个案子，请那个新北市的地检署啊，新北的地检署来协助一起来侦办。那在5月17号呢，新北地检署就启动检警调追查，到渔阳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跟工厂，还有仓储啊。共计查获了221项的违规产品，那现场封存了疑似篡改有效日期的产品，还有过逾期的产品，一共有23余公吨，23万余公吨。那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清查下游的厂商，主要为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市等业者，包含福华老爷、天籁、又湖皇宫、捐品及原品这些啊，刚刚报告是23000余公斤，所以是23公吨啊。后续的处办情形，我们针对违规的产品部分，是本署已责成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积极的追查，那封存回收的违规的产品啊。加强食品业者自主管理，并诚实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的规定来标示，遵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范。第三是鼓励民众检举，民众可透过1919检举专线、电话咨询专线、首长信箱等管道向卫生单位来检举。那在这段时间里的第三个案子呢，也是有关雄勋有限公司涉嫌篡改食品有效日期案。那么这个案子呢，是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接获情资啊。其实这些情资都是
员工的检举案，我们最近对于这个员工检举案都非常的重视，而且已经入法了啊。那对于熊熊有限公司、昌博实业有限公司、还有敏璇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涉嫌篡改食品有效日期，105年5月5号的时候呢，台中地检署就启动检警调的追查，到在那三间公司、工厂跟餐厨一共有7处啊，共计查获139项的违规产品，现场封存疑似篡改有效日期原料及产品，共约37余公吨。那么有案内有问题的产品流向，有普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石城实业有限公司及旺来新企业等三家国内的下游厂商。那么我们后续的处办责成地方卫生局积极追查并封存回收的问题产品，那统计到5月18号昨日已封存回收30余公吨啊，加强食品业者自主管理，并诚实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的规定来标示，遵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范。那还是鼓励民众检举，可透由1919检举专线、电话咨询专线跟首长信箱这些管道向卫生单位来检举。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署长的补充说明哦。我想这几起案件呢，国人都非常的关心哦，特别是我们看到像这个渔养国际公司非常的恶劣哦，他用过期的海鲜食品卖给5星级的饭店，民众是伤了身体又伤了荷包哦。这样子的一个不孝的公司，的确要按照食管法重重的开罚哦，此风不可长哦。我想这个也很谢谢检举人哦，我们看到很多员工他们有这样子的道德勇气哦，勇于出面来检举，就是这一种不孝的公司，然后免于更多国人的食品安全，这个健康上受到一些损害哦，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一些的检举人，也谢谢我们的检调跟我们的政府部门哦，就是勇于查气，锲而不舍哦，把这一些不孝的厂商绳之以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询答。我们今天的询答呢，因为主要是化妆品的这个条例的审议哦，所以我们缩短询答时间，每位委员6+2分钟。列席的委员6分钟，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有书面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今日不处理临时提案。那首先，我们先请第一位登记的洪慈庸委员进行质询。主席，我们请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哎，署长好哦。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要审查的是这个化妆品的卫生管理条例的修正哦，就是刚刚您所报告的，就是禁止动物实验的这个问题。好，那一般来说哦，现在目前会用到动物实验的，除了我们讲的化妆品之外，还有医药跟食品，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哦。那刚刚主席他有说，在全世界哦，一年会用大概1.5亿只。的这个动物，那在台湾，我们一年大概要拿来做实验的动物的这个数量大概有多少？你这边有掌握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请农委会？嗯，好，今天好。好，我们请农委会江科长来说明。谢谢委员的垂询哦。我们按照我们现在国内的那个统计，大概一年，包括水生动物哦，就是这些小鱼、这些斑马鱼这些的使用量，大概我们会有170万只，嘿，170万只，对，170万只。那其中大概一半是那个鱼的部分，小鱼的部分，斑马鱼，嘿。好，那如果就化妆品的部分，一年会大概使用多少的这个动物来做试验？请问我们卫福部这边？有掌握这样的一个资料吗？报告委员，
老实说，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嗯哼。我们最近这几年所受理到所有化妆品业者提供的一些查验登记的内容里头，也没有受理到有动物试验的一个安全性试验资料。嗯哼，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哦，针对于就是化妆品这一块，好，它的一个试验用动物试验的这个掌握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业者他到底用了多少的动物来做试验的，是这样子吗？吼，因为在动物试验的管理办法是在农委会，是那农委会可以掌握吗？用在化妆品上面。我们的那个农委会是依据动保法，我们掌握的是实验动物的人道管理。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架构下，我们并不会去刻意用它的用途去做所谓的区别。那做这个一个报告。好，所以现在的状况是说，如果这些厂商他要进行动物实验，他也不必特别去做一些申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也没办法去掌握。是目前的法令是没有特别要去做一个申请的一个动作吗？目前依据动保法的规定，这些机构属于科学应用机构，必须成立实验动物管理及照护委员会或小组。那所有的实验或测试，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内部的一个许可跟审查。农委会的部分会负责每年的年度报告的监督跟外部查核。嗯，那如果是这样，它有一个程序，那也必须申请跟审核。那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他们会去做一个申报吗？就是他用了多少的一个动物？目前农委会一定要求他们要申报。哦、我们一年大概动物实验的件数，就是案件数大概7000多件。那好好，那你刚刚有跟我说，好，这个化妆品的一个用的一个动物数大概是多少吗？没有，没办法去做直接区隔。那如果他有申请，那他有针对他的专案去做申请的话，为什么没有办法掌握？因为我们是准他的实验动物的进行，但是数量没有。对，数量也会掌握。刚刚累计的170几万也是都统计出来的。那可是不会因为他说这个实验是做化妆品，还是做药品，还是做食品用这样的一个区隔，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区隔。好，那所以这个量跟它用途吼是其实你们没有特别去掌握了吼，那所以也不能知道说这些就是动物它是拿来做新产品或是新原料还是疗效测试，其实都没有办法有精确的掌握嘛。以目前的情形是这样。好，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说现在化妆品的试验到底是拿来做新产品还是新的原料，或是我们来做疗效测试。其实这个部分在台湾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清楚了，连我们政府单位都不清楚。好，那其实我要问的是说，其实我们一直在希望说能够禁止用这个动物来做一个实验哦。那医药的部分我相信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大家现在把这个心力都放在化妆品这上面。那大家也会用欧盟的这个例子来用一个引用。那欧盟它是在2013年它全面去禁止贩售动物实验的化妆品。那我想要请问卫福部哦，就你们的一个了解哦，欧盟它这几年的一个实施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在欧盟呢，其实跟刚才我们有一个委员庄委员的报告是一致的。他从1993年到2003年，10年的时间呢，去做政策的规划跟业者之间的沟通。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头呢，他从2003年到2009年才制定这个法规，而且去辅导所有的厂商哦。那么从成品一直到成分，然后从禁止成分的一个做动物试验，一直到禁止贩卖，这其实它有4个阶段，有10年的时间，到2009年才开始。那禁止是2013年才开始完全禁止的。我想要了解是卫福部，您对于它这几年这2-3年来它这样子的一个禁止的一个贩售的一个施行的状况，你们有去了解过吗？他们有没有办法确实去施行？在欧盟它是属于一个28个国家的一个结盟嘛，所以它的欧盟执委会的一个定出的法规规定，各个国家还要再去制定它国内的法规，然后来做禁止。那么在欧盟已经在全面性的禁止，我想其他国家呢也会看欧盟的执行情形。那么现在所有世界性的国家只有2%
国家是有禁止的，其他国家都没有，有两成的国家。好，那我就回到，其实对于这个欧盟，因为它非常多的国家，我想卫福部这边也没有办法全面去掌握了，但是我想问，回到台湾，其实以化妆品它动物实验的需求，我们去跟几个团体谈过了，他们当然认为说现在化妆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小。好，那以卫福部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需求好是小的还是大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全面去推动这样的一个禁止动物实验的话，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那你们在推动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前一阵子也有问过所有的工会跟厂商，他们也没有具体的数字给我们说它会影响到经济层面或者是贸易障碍。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你要输出到那个国家的时候，它是必须提出动物性试验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他们会遭遇到困难，就是输出的部分。好，其实我问到现在，我发现我们其实政府单位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不清楚。好，因为我刚刚问到我们国内的状况，以及国外的状况，以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这个回应都非常的模糊。其实我在查这些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好，但是政府单位之所以是政府单位，跟民间单位不一样，就是你们应该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数据，才有办法在政策的推行上面去做实力。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推动这样的法案，我当然非常的支持。好，但是政府单位还是要对这整个状况要有一定的掌握，因为如果这样，我今天问下来什么都不是很清楚的状况，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辅导这些厂商，我这是有一个很疑惑的问题。但是我因为时间有限，我要表达我的立场是说，禁止这种不道德的跟不必要的动物实验，我相信这是世界的潮流跟趋势。那我们也绝对去支持。那当然你们在报告里面也有讲到要缓冲的时间，然后是建议是三年的时间，然后但是这三年的时间，我是不太清楚说到底这些厂商能不能够在这三年里面就完全的去达到我们这边的一个要求。但是我是认为说这样有一个缓冲时间，大家去做一个讨论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推进。好，那不要因为说因为配套不足而就让这个法令没有办法向前。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这边是要说卫福部这边，能够再加把劲，然后我也希望说所有的委员也都能够共同来支持这个，就是让美丽远离残酷。谢谢。是，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洪慈庸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吴坤玉委员进行咨询。啊，感谢主席，主席早啊，这个正好，我本来担心说来当立法委员用不到专业。那感谢主席拍这个主题，那我们就请麻烦请江署长好了。好，请江署长。我想我们的目标是保护化妆品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好，我想这个主题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其实蛮认同，大家不要做动物实验这种价值我是非常认同，但是我们应该从化妆品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来考量。好， 我想我们从这个主题来谈这样。 好，下一张。 好，我不晓得署长，了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这个议题没有应该是说在化妆品的卫生管理里头，对于化妆品里头的成分跟使用的方法、保存的方法，在对消费者应该要有一个管理上的一个认知。我想主要是成分吧。好，我们担心的成分也是其中之一。好，我想王昭伟提的这个主题主要是成分吧。好，成分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我不晓得过去署长这方面有没有注意一下。好，下一张。我想这个都很清楚嘛，比如说大家在座的女士小姐常用的口红里面有铅，好，有铅。我知道昨天我们也开了记者会讲有其中的铅嘛，那其实我们的化妆品里面很多有这种有害物质，像铅对神经毒性啊，对影响小孩子的智商等等，大概都很清楚，甚至对肾功能影响都很大。好，那我们口红里面有铅。下一张，我想这个2010年，我们食药署就有做了，那十大含铅高前十高的这个品牌的口红都在这里。那我想说，目前我知道说食药署的医材与化妆品组这边有说这个
铅的含量在口里面管的标准是10 ppm 啦。我看了听了以后，我是有点惊讶，这10 ppm 怎么制定出来的？我们请那个杜组长来做说。好，没有问题。报告委员，我们定的这些限量重金属限量，基本上都是参考国际的一些资料。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化妆品卫生安全的咨议会，我们在指导会上去讨论，正好哈，检出的化妆品的口红都是合格的了。如果依照我们定的10 ppm 的标准，所有的产品都合格就是了。我就觉得好奇怪，怎么这么好，这么凑巧这样子、啊、定这个标准，我们所有检出的口红的那个含铅量都是合格的。我想这样不是很科学啦，我们应该做一个风险评估、铺路评估，来确保这样是安全，这样才是科学嘛。好，但是我们的食药署一直没有这样在做，我觉得就非常遗憾。好，所以我想，我们为了维护使用者的健康安全，我们应该要探讨一下怎么做一个科学的标准，能够维护我们国人的健康，这样才对啦。好，不要标准一定出来，所有现行的产品都合乎标准，那会让我们很惊讶。好，会让我们惊讶，这样定标准的方式。好，下一张。好，那因为我们在一般的化妆品里面，事实上连备查都不用嘛，哈，目前法律上。但是除了像口红里面有铅以外，其他的话有害物质，我想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调查过这样子。食药署这边对化妆品的管理里头，它的成分里面所含的有害物质，我们是不是曾经调查过？除了铅以外，在所有的重金属里头啊，我们除了铅之外，还有砷、汞、铬，都有定标准。是。那对于其他的部分是不得检出的。那除了有背景值之外，哈。对。那现在问题就是连备查都不用了，你要知道这个化妆品要检查什么吗？所以在我们在每年度的专案抽验里头，我们除了这个四个成分，重金属成分是必要的检查项目，我们的 ICP MAS 的机器里头，其实我们还备有其他的标准品。署长，有30几种的标准品可以做得出来。署长，你当你讲出 ICP MAS 的时候，你知道 ICP MAS 在检验什么吗？报告委员，我们对于化妆品呢，除了因为化妆品的来源来自矿物质比较多，所以对于重金属有监测。那对于化妆品，因为譬如说我们也会监测它的防腐剂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假如说美白的成分是不是有没有擦灯，或者是那个防晒的产品有没有擦灯。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随便在网路找都知道有很多的化妆品含有可能致癌的物质。哦，有，我跟委员报告，我们除了这一部分我还没讲完，是那继续说。好，因为时间有限，好，快一点。那我们还会对禁用成分，我们也会去做监测。叫禁用成分，这些致癌物有在禁用成分里头吗？因为我们连备查都没有。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要查什么？我们会去监测一些，就是说已经国际上警讯，如果说有监测到的，都会纳入我们的监测项目里面。以上报告。等一下再问这个警讯。好，下一张。我想很多的致癌物在里头，很多的有害物质在化妆品里头，那我们这方面其实都没有好好去调查。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改善的。下一张。好，我想那目前我们一般只要归类为药用的化妆品，我们是有一定的查验程序，但是一般化妆品连备查都不用。那我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管制我们一般化妆品里面有害物质，连备查都不用。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取消备查是有一段的酝酿期的，在国内的化妆宅办84年之前都全部都要备查，就是要把成分。但是在经过管理之后，对于国内的厂商的要求跟管理进入一个状况之后，我们就符合国际的要求，国际上都是免予备查，只有一些特殊的成分是要管理的。但是我们去评估过吗？到底在用我们接受国际上备查，那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们有去了解吗？在当时84年取消备查，一定是有一定的要求。卖给他骗了，那时候我做风险评估，你还骗笑？因为化妆品是一般的物品，
那就无评估过，你是讲符合管理状况啊？到底对国人安不安全？刚才委员说的那个口红，其实在口红只是一例嘛，我只是在卫生署时代，我们每年都会做它的色素的评估跟专案的检查。那么对于重金属也是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最近几年来都一直都是符合规定的，检出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做专案逐年的追踪的时候，厂商都会改善的。好，下一张好了哈，就是说因为你说没有被查，那国际方警讯你也不知道我们国内市场有没有这个产品，那要检查什么，有时候都资讯都很难掌握嘛，因为你连被查都不用的时候，当国外发行警讯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市内有没有，国内有没有这个产品嘛，这个很麻烦的问题。那我想化妆品是经由经常经由皮肤吸收，所以过去国际上在做毒性的测试，健康危害都做所谓皮肤毒理了。好，下一张哈，来探讨。好，当然我觉得做动物实验是非常残忍，好，真的，因为但是目前国内是有一定的申请手续啦。因为我实验室我们在做毒理的研究，我实验室也会做一些动物实验，那我们都需要写计划书去申请。好，那当然就是说，我是赞同哈新的成分。新的成分就是说，如果你化妆品里面用到新的成分，是不要做动物实验了哈。那下一张，好，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产品下一张哈。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替代方案呢？不做那个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替代方案？下一张哈。好，那什么叫替代方案？不晓得我们国内有没有观念，怎么去做替代方案没有？好，有没有人知道替代方案要怎么做了？请问各位官员，如果不做动物实验，请各位官员，我们替代方案是要怎么做？任何人都可以回答。报告委员，我们目前搜寻到国际上的资料，包括欧盟还有国际组织 OECD 呢，其实他们已经陆续有发布一些是经过确效的非动物试验的一些替代的安全性试验方法。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拿来采用参考的国际公认方法。拍死了，我读独立的，你给他讲这個，后一个下一张哈，下一张。我想我们国内连替代方案怎么做，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了。下一张哈。好，下一张哈，这个就是这个啦，就是计算毒理学。好，未来是要用电脑模拟来预测这个毒性对人健康的危害啦。目前欧盟的联合研究所里面的消费者健康安全研究所有发展这个。好，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鼓励五个中心在研究啦。目前国际上做的最好的是我一个学弟。好，那目前只在发展这个急性毒理的这个评估啦。好，那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在国际上，问题说可用啦，但是那个可信度实际上是还蛮低的啦。好，可用可以预测嘛，因为电脑都可以预测啦，所以我这方面是蛮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是赞同这样，但是新的成分、新的化学物质，我想不做动物实验可能很难去预测它的毒性。旧有的哈，我想可以不做了，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现在其实化妆品使用都是旧成分比较多，那新成分的部分要列入我们的基准的话，我们会特别的注意。谢谢。好，谢谢署长的补充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进行咨询。哎，主席，我请江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哎，江署长好，我今天有一个议题要跟您来做一个探讨哈，就是我知道我们卫福部最近有一个这个修正的一个有关财产法人哈，医药品查验中心，我待会用CDE 来做称呼哈，要转为哈行政法人哈。那这个案子我知道在行政院好像已经有在做一些讨论哈，就院会那边好像也做一些讨论的部分。那我很想问的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内有这个行政法人大概五个哈，当然资通中心最近被废除掉哈，那其他的部分倒是单纯哈，可是我们这个财团法人的医药品查验中心如果转为行政法人，其实它涉及的利益是很大的，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所谓药品的审查跟医材的审查，好，所以我很想请教的是，署长，这个目前这样的一个 CDE 的主要的转型的考量，还有转型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报告委员，这个案子哦，在行政院还没有进入院会，现在还在就是搜寻各部会之间的意见，还在部里面在。对对对，还在就行政院里头在收集各部会的意见，其他部会。那么他现在是送回来给食药署，我们还在对于各部会意见，看看是不是要修正内容，或者是要增加什么条文在里头哦。那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了，就因为在这个药品的一个部分，好过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CDE 转型为公法人之后，在药品的审查登记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在他我们设计将来变成公法人之后啊，他就可以直接受理那个所有的审查的案件，然后他可以就是依据我们的要求的收费标准来收取费用。那么对于他的运作跟他的经济来源的话，他是有正当性的。那么现在的财团法人的部分呢，他也一样的做技术性的审查，但是呢他是变成说是接受我们的委外，他必须要写计划，对于他的所有技术人员的管理上，他必须依照当年的度的计划来做聘请跟任用。对于这个财团法人的对于管理同仁跟计划的管理跟内部的一个管理上是有困难的，我们希望他变成公法人之后，他可以依据当年度他的税入税出来做比较合理的运用。意思在那个流程里面会缩短流程的时效吗？应该会，因为在所有的要求上面他就必须有一个行政流程。所以他只要全部由 CDE 来做审查之后再核定，如果他通过了核定的就是你们来发公文，就缩短这个流程，是这个意思？在技术性审查是他们。目前来讲啊，新药的申请流程大概花多少时间？在整个的新药的话大概是360天左右。我们的时间跟其他的国家都是相当性的。未来若成为行政法人，你觉得可以缩短到多少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在新药审查里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厂商的咨询辅导。他对于新药的申请，他的内容是不是确定？那他提出的资料是不是有正当性？内容是符合？所以你来评估说到底会不会缩短多少天？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之后，依据他的辅导，他就可以缩短到那个所有业者的一个时间，大概可以缩短到一个月。对哦，这样的效果很大吗？我们希望说，因为对于厂商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提早上市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经济效益的。那这是药品的部分，可医材好像又不一样。医材本来是就在食药署这边来做审，主要在你这边绝大部分。对，那现在如果改到未来是这个这个行政法人这个 CDE 的话，会不会拉长了这个审查的时间？我想暂时我们在医材的部分是分阶段的方式来给 CDE， 就当他成立行政法人之后是分年分阶段的移过去。那我们移过去的时候，你是说你们司里面的人会移过去，还是业务对我们的审查人员也会转介给他们来做聘请？那对于这个所有技术性的资料，我想我们之间会做协调跟沟通的。是因为大概医材的一个业者也在担心未来这个会不会造成因为原来就是你这边单一窗口审查了，那 CDE 只是派人过来协助而已，所以那个流程算是比较单纯那可是现在又换到整个移到那边去，那他们也会很担心说这个流程会延长这个部分你们有预想过后面的一个处理的做法？是因为我们现在想到的做法就是分年分阶段来移过去，是不是？对对，减少这个冲击，让那个CDE 那边也有时间去酝酿跟准备他的人员的训练跟对厂商之间的沟通。那在这段时间里头，只要是他厂商还有疑惑，我想我们就会把比较专业性的部分还是留在我们这边。那就要问的是说，
那现在因为 CDE 比较像是你们委托的单位，因为虽然是现在是你们政府补助成立的，那以后它转型之后跟你的跟你们这个食药署的关系又是什么定位是什么？这个平行还是说所谓的也还是管接受你们的管理委托？基本上它还是要归卫福部的管理，它的预算都要在这个地方审查。是，是那是还是你们某个程度是也是他委托吗？还是他是做专业审查，然后核定还是你们？最后的核定一定是我们，还是你们是主管机关？他只是做技术性的审查。好，那我其实本席并不反对这样的一个行政法人化的这个这个。转型哈，但是还是要来强化，就是强调的是说，因为现在可能卫福部这边也正在评估各部会的意见哈，但是也是真的要审慎的评估，就是说转型为行政法人的这些规划是不是能够设计的更完整？因为其实包括新药那边或是所谓的医材的方面，大家都在看，就是说我们当然很希望缩短流程时间，但是怎么把关哈，而能够让这个产业这边也能够。是合法的一个产品能够进速，因为现在其实我知道是很多新药跟流程是有点拖得蛮久的啦，哈。那所以如果能够缩短时程当然是好，但是怎么样设计的严谨哈，还是我们觉得蛮重要的哈。就所以未来的分工跟食药署的分工哈，那让流程更顺畅，我想这是我期待的一个这个。制定的一个方向哈，那另外就是有关今天的这个化妆品的一个卫生管理条例啊，那我很想再问一下署长的部分，就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化妆品业者在做动物实验？实验室的部分我们知道是有的，是化妆品的实验，对，实验室的部分是我们核准的实验室，现在有两家是。我们的认证范围里头是有相关的，是。那如果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那过去用这个动物实验的化妆品到底还可不可以用？还是不溯及既往？不溯及既往，不溯及既往，就是新法成立之后才追溯新的嘛，对吧？哈，我想立法院的意思 是应该是好。那再问一下，为什么是三年的缓冲期？因为业者要有适应期，那在所有的黄委员的提法是大概两年了哈，那你这边三年是寒假的事吗？是有一种寒假事吗？在欧盟是二十年，欧盟是二十年，从酝酿法律、制定法律到完全禁止贩卖跟制造是二十年，应该是从立法应该是很老，酝酿一个议题当然可以很久，从立法到实行，我们要问的是这段时间为什么？那个大概是八年，八年的时间，你说欧盟的经验是吧？是，好，也许我们待会可以更细致的讨论这个议题。好，谢谢。是，好，我们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进行质询。谢谢署长，请署长，你要不要好好喝口水？好，我们请署长。谢谢署长啊，刚才听几位委员的质询，可见大家对于支持认同反动物性的实验检测的立法，听起来大家我觉得说国际的方向、欧盟的方向都在走，但是我们的立法的速度讨论了很久，但是因为没有立法，所以过去我们用虽然有这个测验式的这个替代科学的测验方法，但是事实上一直都不是落实得很好。我个人我认同，我也支持我们招委王玉明王委员这个立法，但是我想还是要再一次再来讨论，因为今天其实也有动保团体在现场哦。我们都知道，国际人道协会他们初步的估计，每一年。因为研发化妆品新的原料而牺牲的动物从12万到50万只，其实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我们也都知道说，你刚才也回答这个吴委员吴玉琴吴委员说，其实欧盟他们也走了一场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有一定的缓冲时间。我也支持我们未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议题，很多的顾忌，还不是民间团体适应的问题，就是如何协助解决，让我们未来替代科学的检验方法更落实、更完整，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资讯，也确保民众使用化妆品的安全。这一点，我相信署长你会去做兼顾哦。那但是我知道说立法的历程并不是一步到位，所以刚才探讨到说，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
缓冲的期间，这个缓冲期到底多少的时间才够？除了院内 委员的意见，也收集民间的意见，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更多公听会的讨论，然后再让 未来立法单位，我们这个立法的过程有机会更严谨更完整。当一旦立法完成之后，我们就彻底的执行，我想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最主要的目的哦。但是署长，我一直很想了解说，为什么国际间我们一直在讲说，哎，我们要开始工研院也有替代型的科学检验方法，有两种，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但是为什么好像一直都落实的不是很好？报告委员啊。在替代性的试验，就是非动物的替代性试验，的确在欧盟这边是有一个公布这个方法的啊。那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这个方法所送过来的安全性资料，我们是受理的，在我们是受理的。但是在台湾，我们自己，我们刚才你有提到台湾有实验室嘛，有两个实验室嘛，也有在做这个动物性的实验室实验检验嘛。哦，那过去虽然工研院也有说，哎，我们也可以用测验性的这个科学非动物实验性的检测方法，包括人造组织，包括试管实验法去测验到底有没有毒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事实上，大家还是回过头来，如果有必要，他还是习惯性的用动物来去实验。那为什么过去我们虽然有推动非动物的检测方法，但是我觉得一直好像看起来从数据上，从媒体上，包括你们给的资料，看起来好像不是做得非常彻底，或者是有在改善。报告委员，这个非动物的替代试验方法是在欧盟跟 OECD 他们在推动的，但是其他的国家其实都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所以在台湾目前我们实验室都还是用动物在做实验。这是不一定，他可以用 APEC 的 OECD 的这个非动物的替代试验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都受理。你们都受理我知道，但是如果化妆品有需要做实验的话，一般的业者他还是习惯性用动物来去做实验吗？这个就可能要询问那个农委会或其他的实验单位。所以署长，今天我刚才跟你为什么花时间跟你探讨这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可以用你刚才讲的 OECD 他们的 OECD 对 OECD 跟欧盟他们的相关组织的实验的成果，但是就是说我们认为过去虽然可以替代别的成果，但是台湾的实验室目前两个实验室，如果他必须习惯，对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习惯，所以今天我们要立法，最主要立法之后才有办法督促他们去改变他们的习惯。你就是要用替代性非动物的组织来去做实验，这个是今天我们讨论立法的目的。那但是我还是要我觉得这个立法，我觉得我本身我强烈的支持哦。但是就是说未来缓冲期怎么去做得更完整，然后让我们后续在使用这些化妆品的时候是安全的哦。这个缓冲期对于业界怎么样去做好教育，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哦。这个是今天我第一点我要质询。那我想身为一个家庭主职业妇女，是一个女性的角色，我想我今天还是要花一点点两三分钟时间，还是要跟署长讨论一下这一连串的食安问题哦。署长，从我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一路走下来，我对于你处理很多议题，你的明快，你的作风，我一直都是很敬佩哦。但是食安法，你食安法的修法跟一路上食安的议题，你打在第一线，我们也看到你的努力。台湾的食安，中华民国台湾的食安法已经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但是署长，我还是必须要讲，从媒体上。我这边的数据是从2011年的数据到今天为止，这两天的食安的事件总共有66件，平均一年11件，也就是说每一个月就有一起食安的问题出现。它不管是添加的还是过期的，但是呈现在民众的面前看到的是，台湾到底怎么了？政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又有一个产品是食安的问题，又在媒体上铺陈出来。所以不管是食安法应该归列还是过期产品，因为过期产品或许不是在我们食安法的归列的范围之，归列应该管理的范围
范围 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在民众的感受上就觉得我们政府似乎做得不够，也就是未来在来源的 监管的机制跟流程上，我觉得是不是有机会更加强落实，特别是最近这两三起都是过期的产品、哦、过期的产品我觉得当然是很多我们都是认为说、哎、要回到业者的辅导，但是我担心的是有些业者是故意的，觉得反正好像还可以用嘛、哦、还可以食用，不会吃坏肚子，才过期两天三天，他这种刻意的使用过期的食品或食材给民众 来贩卖也好，或在餐厅来 做食材也好，署长你对于这件事情你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机制来去做处理？在这几年除了参加一些非合法的添加物之外、哦、我们看到另一块就是过期的食品的使用，所以在卫福部这边跟环保署这边我们也会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法令跟方向，让业者可以遵循。那另外呢，在稽查的方向呢，我们会加强这一方面的专案稽查。我知道署长你们很多都跟检调单位来去做配合，但是我更担心很多东西已经下了肚子了、哦、所以未来稽查跟检调单位合作的机制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调整，然后另外重罚的部分，然后食品的这个身份证的部分，我觉得要做更完整的落实，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署长。好，我们谢谢李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中孔赵委员进行质询。好，谢谢主席。请署长。好，有请江署长。好，主席、署长，好，还有在座的一位各位官员，各位参与会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早。我今天大概就是针对主席特别安排的一个题目啊，针对国内的一个化妆品啊，为了它对于动物的一个实验啊，是不是有做一个良好的管制？那在这边我也想先确认一下，对于动物的实验的。这个管制性到底是食安署还是农委会？在一般性的动物试验，在动保法里头是有规定要申报、要报备的。但是呢，在化妆品的动物试验要去管制的话，那今天要讨论的是不是要放在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里头增加一条？让食药署可以有条有法条。针对行政院农委会底下有一个实验的动物的伦理委员会，是。那这个伦理委员会应该对于化妆品的相关的动物的一个实验，应该会有一些的相关的咨询或数据。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在，有没有厂商啊在做这些的化妆品的动物的一个实验，是不是农委会？我想我们今天都应该都知道要禁止化妆品用动物实验，因为毕竟美丽不能 建筑在人家的痛苦的身上。我想都这个都是一个方向跟目标 是正确的。所以刚刚署长也特别提到，不管从欧盟也好，或者其他相关的国外机构，其实都已经开始研究动物做一个实验，作为化妆品的未来的一个原料或者半成品。刚刚我特别提到，我也想 请教一下农委会。那刚刚 我所做的一个提问，我不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有做了有哪些的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数据的掌握。是跟委员报告，那个有关于动保法的一个框架下，是目前只要进行动物科学应用的机构都要纳入动物的那个动保法的一个管理。那各机构必须成立实验动物管理照顾及委员会或小组，去审核各机构内部的一些科学应用。那以
化妆品为例的部分，我们农委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现在只问你说，我们国内的厂商有没有人在做动物实验作为化妆品的原料？我们在那个科学应用部分，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掌握到这个？没有做这样的区隔，没有，没有做这样的区隔，没有做这样的区隔。对，那我想问的就是，那我们的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到底在做些什么？跟那个委报，我们是针对整个实验动物的人道管理整体的一个部分去建构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些资讯来对于国内的厂商是不是用动物的实验来取得化妆品的原料，所以我们都没有数据。那如果现在我们的提案啊，包括王委员主席的提案，如果我们未来的修正的法案，这些的相关的资讯的来源，你怎么取得？是，刚刚署长也特别提到啊，为了我们在修正的一个规划是要回到我们食安署，那你的资讯的来源都跟农委会啊都不能够做搭割，那我不知道未来的食安署的依据要怎么做依据。只要是在法上有强制性的一个条文出现的时候，我们在执行上一定是依条文处理，那会要求跟请求各部会的协助，尤其是属于农委会。我想不只应该是协助了哈，我想最主要是未来在整个的所谓的红乡联系也好啊，应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机制跟管控哈。是，这样你才能够掌握到源头。是，谢谢委员的提醒。就我这里面的咨询报告表啊，看下一张哈。其实我们这是我们的英国的国外的一个网站，它特别有标示了。你再看下一张，这是确定没有用动物实验的品牌。再下一张，这是确定有用动物实验的品牌。各位可以看，有很多都在我们台湾，而且都是名牌，不管是雅芳，不管是多芬，不管是雅诗兰黛、兰蔻，还有大家很出名的欧蕾，这些都有做动物实验。如果说国外媒体都可以披露现有的化妆品有哪些是做动物实验才取得的，那我想问一下署长，未来我们有这种资讯吗？未来我们可以掌握这些的资讯？未来如果禁止，你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禁止从欧盟从禁止开始到一直到后面最终的禁止，它发挥了十年的时间。刚刚张委员有提到啊，是不是有一个缓冲期？我相信我也很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有用伊斯兰黛的，或者说有用兰蔻的，或者是有用到雅芳，或者用到欧蕾的，请各位举手看看，没有人要承认。啊，今麦人拢讲啊，你那也少年，我欧蕾用啉的。啊，像这些的品牌，未来如果我们修正条文之后，三年后这些的进，因为你刚刚有讲缓冲期三年。这些未来以后都不能进来吗？是吗，署长？这要回到条文的讨论跟立法的目的了。那立法目的是对于台湾从立法开始后的三年禁止动物试验的话，我想以卫福部的立场，我们是既往不咎的。所以在这个国外的厂牌，它是输入嘛，啊，进入我们国家里头，它之前的是既往不咎，但是对于新成分要做新的动物试验，我们是会管理的。那你怎么知道它的是新的成分是旧的成分？那你的原文的标示要非常的清楚嘛，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所有的，因为我看蒋委员也特别提到，未来这些的标示成分都是要用英文，英文都要用中文的名文字来做一个表明的叙述哈。那如果我们知道比特拉，我们都常常用比特拉，比特拉就是我们所讲的酵母。
那酵母到底你是酵母素啊？酵素，如果你用这个，它的酵素有，它可能有好几百种。那到底用 PDA 这个方式，或者是用中文未来的标示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标示，会让民众更清楚？是，关于化妆品的成分，我们公布的已经有2800多种成分可准用，那特殊的成分也有181种啊。那只要是这个里头公布成分都是老成分，就可以继续使用嘛啊。那只要是新成分的部分，我们就会列管。对，市长，其实，在整个的修正的条文来对，最主要就是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大概就是我们的态度跟作为。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维护动物权利的一个现实，包括标识上的一个强调，包括掌握国外的资源的原料的来源。我想食药署其实你们有一个网站哦，辟谣的专案的网站，其实你们做得很好。如果这么好的一个网站，其实你们未来也可以把这些的产品啊，有哪些是不符合规范的，其实你们也可以归位。比照那个网站去做这一个网站，让民众在资讯的取得上更方便。我想，食安署应该也会同意啊。我想只要条文通过，我们都会这样子在做。谢谢委员。所以我最后都还是一样啊，美丽是人的天性，但是安全要把关。人道，所以我们禁止动物做实验。不能因为美丽的健康而建立在动物的痛苦的身上，我想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好，我们谢谢钟委员的质询呢。那我在这边宣告，待会等本席质询完之后，我们会先休息5分钟。那接下来我们请陈曼丽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那我们邀请那个卫福部和农委会的代表。委员好，你好。那农委会的，是好那个其实我们会看到哈，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运动啊，全球性的运动，就是让美丽远离残酷。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光是在国际，我们台湾也有团体加入这个运动里面哈，所以对于那个化妆品的动物实验，其实它对了人体的这个部分的帮助，我们会其实有很多的问号。那动物实验呢，我们经常在说哈，人会有这个人道哈，那动物其实也有一些的动物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动物的不动物道的这个部分哈，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要去注意，包括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的实验，刚刚吴坤宇委员也有提到，对于化妆品的动物实验呢，它包括到老鼠啊、天竺鼠啊、兔子啊、狗啊这样子的一些的部分，所以呢，会实验的过程当中会把它们的毛把它剔除掉，然后它们的皮肤上面涂抹，或者说在它们的眼睛上面涂抹哈，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它们是非常痛苦的。可是这个里面呢，是不是会有一些的麻醉或者是止痛的这个状况？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没有做到那么周延，所以呢，他们等于是说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在我们国家是卫福部在做这个的主管，还是农委会在做这个的主管呢？化妆品是否需要做动物试验，是我们主管的，是卫福部主管。对对对，好，所以农委会对这个部分就是没有管理到这个部分。农委会管理是在动物实验。跟委员报告，农委会管理的部分是针对实验动物的整个人道的管理，整体的实验动物本身哈，所以那个化妆品的动物实验是在我们的这个卫福部这边管理嘛哈。可是到底需不需要？然后国内是不是有这样的产业在做这个动物的实验？卫福部这边知道吗？据我们了解啊，对于化妆品的动物实验室的部分呢。
有向我们申请认证的是有两家啊，两家，但是对跟那个农委会认证，我想应该蛮多的，应该更多，更多，对。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这两家，一个是进阶嘛，哈，进阶，然后另外一个是台美嘛，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他们的一些的结果，我们官方会做这样子的了解吗？或者他们必须要向官方做一些的呈报，或者定期的请我们官方去做一些的检验，还是什么之类的？在这个网站上里面呢，是它的一个营业项目了啊。营业项目就不等于说它有受理到那个化妆品这个产业者的一个申请。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营业，但是不见得有做。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是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你没有它的报告的话，你就不知道它有没有做。对，但是在这四五年来，我们署里头是都没有收到这个报告的。你是没有要求，还是他们？因为你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就不会跟你主动报告啊。因为在安全性试验不一定要用动物去做，在国外已经上市的产品，那这两家你们可不可以再去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如果要跟国际上面对话的话，我们台湾的一个状况一定是要有一些的根据，要不然的话，变得我们说啊，好像台湾是没有的，可是事实上国际说不定他们已经掌握到台湾有的一个状况。是，台湾现在是没有禁止的，没有禁止，所以台湾是可以做，但是有做多少不知道。很多，对，但是台湾这两家就台美跟进阶两家做多少，你们也不知道。在这两天我们有去做这一方面的那个到现场去做一个探讨啊。那进阶的部分，我们是发现说他没有接受到委托，没有化妆品都没有，是从他们开始营业到现在都是零，是这一两年都没有，之前的可能要翻他们的资料或者是农委会的资料。好，那台美呢？台美的部分呢，我们去问询问的结果，他一共有六件的委托案，这六件呢有一件是大鼠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两年，是不是？是的。所以这一两年是进阶是没有，但是台北是有六件，但是长期的话，我们卫福部并没有掌握到这样的资料。是因为这个不需要向我们报备，不需要是。对。但是如果国际上面要讨论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说法？我们再看下一章哈。其实现在全球他们都已经开始一起行动哈，包括欧盟，然后有些国家像就是要开始做一些的立法，像澳洲啊。美国啊，韩国啊，哈，他们都要做这样的。那我们台湾如果说今天有人要说，哎，台湾要不要加入？那请问我们台湾要不要加入？请问卫福部，在化妆品禁止动物试验，现在全球有八成的国家都没有，所以你是说我们还不急，是不是？我们在法上并没有，但是我们要做一些的准备吗？因为现在已经有些国家它在立法当中，甚至你说欧盟它现在已经全面禁止，那如果台湾有东西要销到欧盟这样子的一些的国家的话，我们会不会受到一些的限制啊？我们有询问到所有的工会跟厂商，他们是告诉我们有一些贸易上的一些障碍。对，所以呢，我们国家一定要做准备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哈，要怎么样来管理一些的国内的产品，还有呢进口的一些的化妆品。下一章，我们如果说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些的管理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在国际上面的就是要竞争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竞争的能力哈。所以我是想说这个部分，我们的官方哈，就是我们的卫福部这边一定要先做一点准备好吗？是，谢谢委员。不过我现在要告诉委员说，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们要销到他们国家的话，也必须要提供那个安全性报告的，有些国家是必须要的。是，所以呢也要辅导我们的一些的产业，就是他们这个部分一定要提高警觉哈。是，那尤其是全面禁止的像欧盟的话，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这个部分我们台湾也想要打入到国际的一些的场域里面去嘛哈，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农委会哈，就是说我们有在做动物实验嘛，哈，当然动物实验它可能有除了化妆品以外，它还会有其他的。那我们目前呢，台湾有我看到农委会的统计，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大概有213个这个实验机构，但是呢，其中有编列到兽医师的这个部分呢，只有76个。
只有76家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让我们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个动物它在进行当中，它可能需要麻醉，需要手术，或者它疼痛的控制，或者它要终止实验啊，或者说它可能不行了哈，就要安乐死哈。那这些所有的程序呢，都需要兽医师来做处理。那如果他们没有兽医师的话，该怎么办呢？跟委员报告，那依据我们的那个实验动物管理跟照顾小组的设置办法里面，那它的功能是在审核这个实验，并不是在操作实验。那操作实验的部分，所以你认为76位的兽医师就够了吗？那目前这个比例，因为是101年的资料，那目前的资料是比较多的，已经超过一半。那目前资料是多少？应该超过一半了。超过一半，213家里面有一半的是已经有了，是？对。那剩下来的一半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要求。好，哎，对。那我们就是会看到实验之后的这个动物呢，它可能没有好好的处理哈，所以呢，有一些的动物呢，可能就转到其他的教学的系统，或者是说其他实验里面。那我们也是看到在动保法里面呢，就是说要等待这个动物呢完全恢复生理及功能，它才能够去做实验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呢，我们在制度上面我们也会看到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检验的部分哈，是由这个各单位自己来自行检验或者内部稽查。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农委会自己呢4年才去查核一次，你认为这样子够吗？跟委员报告，我们也因应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提高了查核的频度。那现在频度是4年几次？目前的话大概以往是每年查核40家，现在提高已经到80家。每年查核80家，所以213家的话大概也是需要4年吧？3年大概。3年，对。那我们现在会逐年提高这个比例，这样子哈。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是说我们在查核的过程当中，就是卫福部这边的食药署这边有参与到这样的查核吗？我们都会跟相关部会共同参与，包括卫福部、教育部、包括卫福部，所以卫福部也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查核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到动物的动物道哈，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那个专业的医师能够参与到这个的查核里面，是，好吗？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先请我们食药署江署长。请食药署江署长。委员好。署长好。署长，首先本席还是要先问你这个刚刚你报告过的有关于这个食安的问题啊，因为是让人家非常不可思议啊。今天媒体报道说这个草虾可以冰冻了11年，这已经变成是万年僵尸草虾，还可以吃吗？这如果人体吃下去不会出问题吗？还有那个花羽叶干也是10年，还要卖出去给消费者吃。白虾，通常你五星级饭店都说这个是什么新鲜白虾，结果它这种都已经过期5年了，还在卖。到底我们海鲜的保存期限是几年？冷冻食品海鲜保存期限几年？你们有没有一定的规范？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厂商所定出来的，它必须要是新可食用的嘛啊，不会变质，而且让他的顾客那个弹牙性跟口感非常好。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180天到2年左右，所以2年已经是上限了，对不对？那这种冰冻了11年的草香，表示他已经篡改过5次以上了，就是他最高上限是2年，篡改过5次以上，然后继续冰在冰箱里面，还想要出货去卖。这个真的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个本席要讲的就是说，像这一种食品，特别是像这种海鲜食品，它贩售给这一些大饭店，难道大饭店没有相对应该要去把关的责任吗？在我们冷冻那么久的一个海鲜，一般这么专业的厨师，他在食物上的判断完全判断不出来，完全无法判断吗？在我们所制作的那个企业指引里头是有这一个的，就是验收标准。对，验收的时候，它必须要去看它的外观、它的形状，还有它的有效日期。是，这是必须要看的。现在这一件事情是篡改，就是说11年是在它的仓库里头我们发现到的最久的一包虾子。
对，但是它还没有卖到外面，外面一定是已经有篡改日期的，它才会交货出去。对，那你是说在你们的验收的部分，其实有提醒你应该去做这一些的验收嘛，对不对？是。那显然，我觉得这一次这些被波及到的这些所谓的大饭店，他们恐怕也是有疏失啊。我觉得很多的厨师是很专业的、啊，你站在第一线，你这个东西要卖这么贵，难道你对于食材的把关，你没有这样的专业吗？我不相信。因为这个案子一出之后，就有很多纷纷的专家就说，我告诉你哦，这个新鲜的海鲜呢，应该要怎么看呢、啊？它这个须脚不要断掉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厨师的专业吧。所以未来本席认为，这一种你对于食材的把关，在验收的部分，我希望食药署要再去督促，特别是像这一些大的饭店、连锁的食品业者，还有像这一些所谓的大的百货公司。我现在是看到有些百货公司，他自己会针对他的地下美食街，他开始去抽验。就是让他的这些食材去送验，然后去确保他的安全。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多一层把关，消费者的这个使用才会比较安心。所以本席要求我们食药署在这个部分应该继续去加强，要不然像这一种黑心厂商，他直接把你篡改，你又不把关，那最终倒霉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这一块是不是你们可以去加强，好不好？是，好，谢谢委员。好，另外一个本席要提的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化妆品的这个管理哦。刚本席听到这个食药署哦，你们其实讲说，这个有八成的国家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进这个动物试验，但是本席要告诉食药署，欧盟是最大的化妆品市场，所有的这个化妆品，大家知道现在知名的品牌，包括在座各位女士朋友现在用的品牌。其实都是来自欧盟比较多，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八成的国家没有禁止，市场上意义并不大，因为我们生产化妆品最大的其实就是欧盟，它应该是一个最关键的指标。那既然欧盟它已经开始转变了它整个生产制造，其实更多的新成分，我相信他们会用的更多。他们既然敢跨出这一步，我觉得我们要与时俱进。台湾其实应该就是要修法，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去那个在2014年，其实这个在立法院也曾经开过公听会啊。在公听会里面呢，其实就有人指出来说，我们台湾做化妆品动物试验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我想刚刚连食药署署长都讲不出来，对不对？表示说你们其实掌握到的个案非常非常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当时与会就有人报告说，一年含药化妆品的申请量是1700件，它也是含药化妆品哦。他说只有1件到2件需要附评估资料，而且这些评估资料还不一定是用动物试验，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实况是根本很少，也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看到厂商。他去研发一个新产品，在化妆品的部分，他再去研发一个新产品，然后他再做动物试验，实况是不是这样？因为其实刚听的食药署很多的讲法，其实没有具体告诉大家说有多少厂商在做动物试验，是不是你们根本掌握不到？因为没有人在做，有在做吗？现在在我们手里头的查验登记或新成分登记的资料里头呢？我们是没有受理到有安全性试验里头是用动物当试验的资料，是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嘛，最近5年都没有。对啊，最近五年这个答案就对了嘛。最近五年台湾化妆品厂商并没有人在新成分用动物试验来做嘛，来申请嘛，对不对？对，他申请的主要都是用。原有国外的原料厂商所提供的一个安全性的评估资料，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来修法。我们的实况是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些化妆品的厂商没有在做这样的动物实验，也没有在研发这样的新成分。另外一个很重要是，现在全球可以用的安全的原料已经高达5000种，所以为什么这些动保团体会提出来说？美丽要远离残酷，因为你就现有的成分原料可使用的已经高达5000种了，非常之多，所以根本不太需要再大量去用这种动物试验。
再去开发一些新的成分。其实现在化妆品的原料已经可用的真的非常非常多了。那台湾的实况是我们其实本土的这一些化妆品厂商也没有人在做动物试验，所以这样的一个修法本席是认为已经达到这个条件成熟，加上我们有这么多关心的动保团体，我们有很多爱护动物的女性朋友也不赞成，就是把你的美丽建筑在动物的痛苦身上，如果是这类的产品他们也不想使用。所以我觉得修法是要与时俱进的啦。其实这一个法在第八会期的时候曾经有提出来，但是呢也开了公听会，当时呢其实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那现在第九会期刚开始，本席是认为今天我们是大家可以讨论出一个结果。那本席的版本里面事实上是有弹书的，就是刚刚署长也在强调的，万一真的有所谓的这种它真的是必须被广泛使用的成分，但是呢它的功能没有办法用其他成分替代，非得要做动物实验不可的，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开放，因为它这个是新的成分，或是说这个大概对人体健康可能还有问题还有疑虑，必须进一步再由动物实验来做确认的，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我们才允许。那不过台湾的现况其实大家应该要明白，我们近五年来是真的也没有人在做了，所以未来可能也是如果我们通过立法的话，我觉得台湾我们可以跟欧盟接轨，然后也给这个动物保护再往前进一步。本席认为这个对台湾整体社会来讲是一个进步的指标，而且是一个进步的象征。那希望这个朝野各界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让今天的修法可以通过。谢谢。好，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王委员。接下来请刘建国刘委员继续。哦，抱歉，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刘建国委员进行质询。哎，谢谢主席，有请署长。好，请江署长。署长好，今天三个委员提这个案了哈，那基本上蒋委员是提标示嘛哈，那我看庄委员的好像是就是禁就直接就禁止的嘛哈，然后王委员好像是有一个弹书了哈，那我想基本上应该我从早上看到现在，我觉得很多委员包含我在内对这个法案基本上都是认同。但是在认同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讲一个背景资料之后，要看行政机关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之后，到底你们如何执行？好、哦，我简单讲哈、哦，这个欧盟在禁止化妆品动物试验的政策，它当时是规划十年，哦，也就是从1993到2003年，一直到这个2013年全面禁止化妆品的动物试验，这个过程是经历20年，哦，将近20年。那欧盟又从2004年9月11日开始推动禁止化妆品成品动物试验，经过4.5年，再禁止以化妆品成分视作动物试验，及禁止销售经动物试验或含经动物试验成分之化妆品，已经来到2009年3月11日了哈。再经4年，才全面禁止销售经动物试验或含经动物试验成分之化妆品，所以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从1993一直到这个2013年3月11日。缓冲期又有将近8.5年的这个期程了哈、哦，那我现在就要与署长，就是说现行国内有关于化妆品安全评估的资料规定是怎样，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报告委员，在我们国内的化妆品的安全评估资料，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求一定要用动物去做安全性评估，那在不管是极毒性或毒性或皮肤测试，它只要有非动物的替代的试验方法，我们都同意的。你这么讲有点怪怪的哈、哦，我这边有个资料，就是说你们的化妆品安全性评估资料应以科学上合理可行且具有佐证效力之非动物替代试验方法为优先呢、啊。对，好，应该这样嘛，对不对？是，所以应该贵属早在针对这个化妆品的整个安全评估里面，就已经以非动物的这个替代试验方法为优先。我们辅导厂商都如此做。好，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是对国内嘛，好，那我们对国内当时这个法现在还就是说还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朝向这样去做。那今天我们在定这个修正这个法之后，这个还是针对国内嘛，对不对？那你针对国外你怎么做？好，我要讲一个背景资料嘛，就是说目前欧盟有28个国家，以色列、纽西兰及印度等已经禁止动物实验用于化妆品相关的安全性的这个试验，但是全球还有很多的国家，将近80%未立法禁止化妆品的动物试验，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东协等主流国家或区域嘛，对不对？那财政部的海关进口统计，103年，我国化妆品主要是来自日本，占27%，法国占17%，美国占16%，中国占9%，南韩占8%，这些国家已经占我国进口量的52%，好，52%。那我们今天定这个法，还是之前你们的相关的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资料规定？还是全部通通是在针对国内？那我们进口这么多的化妆品，这些化妆品的原来的国家它未禁止，那你怎么去规范？你怎么去做处理？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这有一个公平性，是。然后对国内厂家，你到底要如何去说服？就是说我们今天早在之前你就已经做非动物试验为优先，现在我们立法，然后我们期待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走了，但是你对进口的你怎么做处理？报告委员，的确在刚刚委员所说的几个前面的几个国家，例如像日本、像美国、这样中国大陆，它是没有禁止的，它就占了我们的进口量的50%以上。
所以这个要去规范国外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家，不可以做动物试验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会造成那个贸易的障碍。所以我们希望说，第一阶段刚开始初始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国内不要使用动物试验这个成分跟化妆品的成品这个方式来做阶段性的处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重点。因为国外的进口的产品，我刚才哈，为什么排在比较后面？我听一直听到王委员所讲，其实他说国内的这些化妆品制造业者基本上用动物试验的比例几乎是零的啦，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讲。好，那是这个状况，现状是这个状况，那很 OK 哦。那如果还有的话，那我们禁止的国内厂家，那我们对国外进口的人家持续在做。这些动物的试验的这些化妆品都一直在进口进来，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主管机关对国外没辙，然后对国内我们还有法律去要求他，那是不是有些会有一些状况，便造成说逼迫国内这些厂家，我干脆不要在这边做了，我干脆离开台湾了，我甚至到国外还可以做的这些国度里面，我去制造，我去生产，然后再进口到台湾来。反而可以得到他们想要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你如果今天我们从国内去做处理，我们国外没有办法进口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主管机关必须要很明确的跟我们委员会做一个报告，做一个说明，这到底要怎么因应怎么处理？这公平性在什么地方？是。的确，在国外的动物试验要让我们国内的卫福部去做查厂，或者国外的那个官方之间的沟通，才可以得到正确的讯息，这是真的。对。那在我们要禁止国外的产品进来台湾，不能做动物试验也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要有正确的讯息，而且正确的官方资料我们才可以，所以在这个所有的规划上可能要非常多的一个手段跟技术性的资料。因为 我想今天有很多动保团体在关心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国内我们可以朝向这么做了嘛，但是我们国家却持续不断的让动物性的这些试验的这些化妆品从国外一直进口进来，这不是天大的讽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国内自己来限制，来做这样的处理，我们朝向人道的发展。我想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乐观其成，大家都会去支持。但是我们反而让很多的消费者还是持续的去用从国外进口用动物持续试验的这些化妆品来做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大的市场里面。那你比如我今天讲简单讲说，能不能像药品一样到国外去查厂？好，那如果连这个都不行。那我们今天来定这个法，基本上好像是做半套而已哦。那主管机关未来还是会受到很多的挑战，不要说到国外去查你就好了啦。很多的，我刚才是听到钟委员有问你，你跟他讲说，旧的产品基本上叫做过往不咎，新的产品我们就要来定缓冲期，我们就要来把关。那我就问你，你怎么把关？你怎么处理？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持续在做，还是没有持续在做？这些化妆品你怎么去认定？要怎么去做取缔、做处理？是报告委员，在现在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的确它的法规上都没有订所有的查厂的要求跟所有的产品的登录的要求。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那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法。我们已经在行政院了哦。那在上面的所有在国内要上市的化妆品，它都必须要做登录。那么我们也有查厂的条文在里头。我想在食药署的部分呢，我们是有做规划的。能不能把那个规划给我们委员会来做参考了？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再简单讲一下哈。我现在觉得你连查厂可能要去执行，要到国外查厂可能都有很大的必须要有很怎么讲，有很大的挑战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以免税商店的这些化妆品，你如何去认定就好了？先不要想到国外了，
就进口进来的免税商店的这些化妆品，你如何去认定？所以你刚才答复中委员讲说，旧的产品过往不救，新的产品进来，那新的产品进来到免税店，还是进来到我们的百货公司，还是进来到我们台湾任何一个通路，你怎么去认定它到底有或没有？你怎么去限制它？你这个要跟我们说清楚、啊。是，我们国内贩卖的自由贩卖的产品都属于我们要管理的，但是免税商店它是属于关外，关外的部分呢，它是符合国际的自由贸易。是的，没有错了。那我想说，到国外去查，我们可能要官方跟官方之间的协商。我们现在到国外去查药厂或食品工厂，都是要官方跟官方之间的协商。我只是要提醒署长了哈，还有我主席啊，还有各位委员，基本上今天我们定这个法，我想大家都支持，但是不是只有针对国内？如果连国外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处理，那可能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公平性，甚至于对消费者而言，甚至于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主管机关会被挑战，会被质疑，这是两套标准的、啊，对不对？对台湾而言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啊，所以你对国外进口的到底你怎么处理，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来跟委员会做一个报告才对啊。是，谢谢委员。多久？要多久？那个，因为这个法条还没有通过嘛，在国内还没有禁止做动物试验，所以我们对国外的管理的部分呢，也是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我想多久？半年，至少要有半年的规划期吧。卖半年了。是啊，所有的规划都要尽善尽美。这个法通过之后，可能这个会期，好，因为我们也希望有缓冲期。那你缓冲期抓多久？现在我们的规划是希望三年。你们可以接受？待会讨论。我还是希望你们把那个规划针对国外的部分怎么处理，要给委员会做一个报告了，好不好？是，谢谢。好，谢谢刘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陈怡明委员进行咨询。好，谢谢主席。大家早，我们请那个江署长，谢谢。好，请江署长。署长早，早。那个，我想首先还是针对我们这个今天在讨论的这个议题。那个署长，你觉得这个化妆品如果在这个研发的过程里面，它在哪些状况必须要做动物实验？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其实如果是毒理的方面，如果是致癌的部分，一定要做动物实验嘛？对不对？应该是说新的研发的成分从来没有用在化妆品上的，对，然后有毒性，可能有害人体健康的，对，那或者是已经发现有害人体健康的化妆品，新的这个成分，你要看它的毒理，你要看它的致癌的会不会产生产生癌症、皮肤癌啊或什么的话，你还是需要做动物实验啊。你不做动物实验，你怎么会知道？是，现在所有药品、食品都是一致的。好，那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可能不是毒理跟致癌的。可能是它的功能了哈，所谓的功能就是说是让化妆品有没有什么除皱啦、美白啦、生发啦这些嘛。那这些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欧盟他们现在说不要做动物实验，那他们怎么知道它的功能？怎么知道它有疗效？它化妆品的效果，所以它怎么办？你知道吗？我知道。那怎么做？它现在非动物性试验的替代方法已经有公告了，对。但是对于有一些特殊的，所以这些方法无法用这些方法替代的，我知道他怎么做，他怎么做是准的。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你不知道啊，我就是在问你他怎么做。你不做动物实验，那请问他怎么知道他有功能的疗效，可以美白，还可以除皱？他怎么做？他其实你知道，好来。报告委员，其实国际上，化妆品的功能性试验，比较欧盟呢，比较不会用动物，他们有一些是有一些仪器设备，哦，不止吧，然后也是会，他会不会用志愿者？
volunteer， 有可能会适用，对啊，或者是防晒的部分可能。那我问你啊，有些方法是用你像这做这些，你怕担心它，尤其贴布试验最常做的嘛，就是看看它会不会产生过敏反应。我们贴布试验如果是动物实验，我们是把大白兔的毛剃掉之后，直接把这个成分可能就贴在皮肤上，然后看它的效果。那今天你不做动物实验，你还要去找志工啊、找那个 volunteer 付他钱。这些没钱的这些这些或者失业的学生或者是没钱的人来接受这个厂商做动物实不做人体试验呢，那觉得你这样子更人道吗？更合乎那个标准吗？我觉得这有点矫枉过正哦。所以本席其实这一次对于这个议题我有不一样的看法哈。其实高一大有一个箱装品系，我也有跟箱装品系的那个主任啊跟教授都有讨论过今天这个议题，我觉得这有点矫枉过正了啦。因为其实有一些功能性的测试，你与其找人来做，你应该还是应该先做动物实验啦。这个什么事情都要说欧盟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我觉得这其实不见得合理。更不要讲说其实化妆品的研发或许是将来我们的生技产业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呢，很重要的一环呢。其实高一大在过去啊这三年，我们其实为什么要有一个箱装品系在一个医学大学而不是在技师体系，就是觉得其实化妆品的研发是一个很产值很高去值得去做研究的。甚至为了这个东西我们也就是鼓励好老师其实是应该要投入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你说如果都不做动物实验，然后将来还要去找人来做实验，我觉得这有点矫枉过正了哈。好，所以这是本席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那再接下来请放下一张。好，今天其实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当然就是食安的问题。那我们知道黑心食品又在现了，尤其像这次是因为普丰嘛，几个大的厂商都有发现他们使用的一些那个原料呢其实是都已经是过期的。好，下一张。那这个原料来源好像是来自于雄勋有限公司，他们就是提供的这些什么肉增多调味粉啊蒜精啊这些东西，请放下一张。那这个其实追溯它的源头，2008年其实这家泛生负责人泛生实业有限公司，他们跟中国的山东都庆公司，他就进口了这个毒奶精，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些东西，三鹿的这个毒奶都进来。所以我请问一下我们的署长，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泛生公司就已经在做些贩售了嘛？那食药署当时有没有罚他们？报告委员，泛生当时呢是停业。停业的，是停业的，好，已经停业了，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成立另外一家公司。对，所以下一张，所以他后来就是又他们的家族嘛，谢姓的家族就陆陆续续从1998、2002、2008、2011年陆陆续续成立了泛生、昌博实业、恒达有国际，最后就变成雄勋有限。所以这次这个引起这个事件的雄勋，其实就是之前的泛生了。他们等于说这个谢姓家族不断的换壳卖食品级的原料，毒害我们全国的人民了哈。所以请问我们署长哈，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查，本来就有查到这家公司嘛，但是他一直换公司在卖这些东西，所以是不是你们的查缉不够努力呀？报告委员啊，那个在国内呢，他只要公司登记啊，是非常容易的。他登记之后，商业登记之后，他就可以营业。那食品呢，在102年，我们食安法通过，就必须要登录之后，他才可以营食品的业。那在这几家公司呢，在我们的所有资料里头都没有被裁罚过的记录，所以你们都没有罚过他。没有财阀的记录，对记录。然后我们对于它是加强列管，加强列管。好，那现在根据食安法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是情节重大者，可以要求他歇业嘛？那财阀的话，可以从新台币6万元以上到2亿，对不对？2亿。所以我们问一下，从2013年12月这个食安法上路到现在，修法通过后，总共我们财阀了几件？
违规在十五条第一项。对。那应该是不少，我们可能要回去统计，都是正确的资料给委员。金额都是六万吗？至少是六万。对，我知道。那有情节重大裁罚过上千万或者上亿的吗？我知道之前有对于正义公司、鼎新公司有五千万的裁罚。是。好，那我们能不能请一下刘参事，法务部的刘参事，在吗？刘参事，好，下一张，我问一下哈，如果每个案件都这个样子，黑心公司被查获黑心食品，公司倒闭，换一个人头再开新的公司继续贩卖，那政府有什么作为？好，但我们这个财罚两亿也是形同虚设，法务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食药署？好，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检调单位有收到相关的检举，或者是行政机关有移送相关的案件的话，我们检调机关都一定会积极的查办。是，对，所以你们都是被动的。当然我们也会主动查办是没有问题的。主动查办了哪一件能告诉我吗？哦，那因为我今天没有检调，没有资料，没有资料。是，好，好，那能不能那个事后补可以吗？可以，好，可以，是没有问题。那个一个礼拜可以吗？给我们这些资料，你们到底主动查办了几件？有关于食安的问题，对，食安的主动查办的部分，对，主动查办的部分。好，那最后我们这个请讲一下1919哈，因为这个专线哦好像很难打。因为我的助理昨天打了40分钟都打不进去，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署长，1919这个全国的食安热线打进去之后，听说就开始分机就分出去，跟1999那个好像不太一样。你们的设计是怎么设计？是一进去就转到不同部门，然后就一直按键，对不对？是，所以1919是就是会和各部会的一个。对于食安的一个热线，所以只有两条是属于食药署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有点自爱难行，就对民众来讲，你打进去，然后就占线，一直打不通，其实这个就形同虚设嘛。好，是不是可以改善一下，让民众有感？好，当然我知道说那个已经快换那个政府了，不过请你麻烦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交接下去？好，辛苦了。是，我们回去立即改善。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陈一鸣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黄秀芳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署长好，署长。请教就是说，以目前欧盟等国家已经禁用动物实验哈，那在目前全部也有5000多种的这个安全的原料。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食药署这边也有针对一般化妆品是免于被查，就是不需要被查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含有含药的化妆品才需要申请哈，那每年含药的化妆品申请数量有多少？大概是1800件左右。1800件左右。那如果说这些1800件左右的这些化妆品哈，那如果说他们刚刚有听到好像都没有用到这个动物实验嘛，几乎这几年当中都没有用到。它只要是我们已经公告准许使用的一个医疗药品，毒具药品的，已经公告181种里头使用的就不需要。对，是。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没有，就是目前是用那个体外试验的方式哈，就是说，不是用动物试验，那用其他的方式来试验。那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体外试验其他的这个试验的方式是安全的？如果不用动物试验的话，我请杜组长好不好？报告委员，如果现在厂商在送的案子里面呢，附的测试呢，如果不是动物实验，其实基本上他们也是会采用，比如说欧盟或是 OECD 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经过那些国际公认的一些方法，我们才会接受。好，那因为这样体外试验的方法哈，在各不同的地区方法也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的食药署这边哈，卫福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譬如说未来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是不是由政府单位有一个统一的方式来认定？
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化妆品有一个质疑小组，有审查委员。那在之前呢，文件审查，我们也有资深的一些审查委员、审查员在做这些事情。是好，有一致的那个标准。哦，有一致的标准。好，那如果说未来我们要跟欧盟同步的话，那我们台湾是不是自己也要推行一个无动物实验化妆品的一个认证，让消费者可以选择？我想这个自愿性的标示是非常好的，在欧盟也是一个自愿性的标示，只要是欧盟的那个标示 copy 到台湾来，我想我们不会拒绝。那如果台湾自己呢，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无动物实验的这个化妆品的认证，我们台湾自己来推行呢？我想最好是由民间来推动的，那我会辅导跟鼓励民间来做这一方面的事情。好，那再就是说请教我们署长，在前一阵子就是有一家台中石城实业他生产的这个3.1克的这个乌龙玫瑰茶里面有检出这个 DDT 嘛，那他也有讲说其实他们有一部分这个玫瑰花瓣是有这个卖到化妆品这个原料。那针对我们这个化妆品是不是含有农药，我们这边有法可管吗？我们一个处理方式，你还记得吗？当时基本上比如说如果其实我们化妆品里面已经限制已经禁止使用这个添加这个含有农药这个 DDT 的这个原料。当然农药有很多种，然后不是只有 DDT 嘛，那其他农药呢？你们怎么去管理这些针对这些原料可能加到这个化妆品的？譬如说有的芦荟，那有的洋甘菊，像类似这样的东西，那可能也许这些东西含有农药哦，不是只有 DDT 哦。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怎么去管？现在化妆品呢，我们是有一些公布禁用跟限用的一些成分的规定，那这个我们是参考国际上的规定。那国际好像也没有针对农药这部分来做管理嘛？对不对？这个部分，所以现阶段是比较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化妆品，如果它标榜是天然的，然后这些天然的这个植物，那它是含有农药的，我们又把它涂在脸上。那我是希望说，我们卫福部这边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除农药不是只有含 DDT 而已，就是有很多种农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卫福我们的食药署这边是不是也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管理？如果这些这化妆品的原料它含有农药的话，那怎么样去约束？那它的标准是怎样？是不是也要请我们的署里面这边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严厉？是那个谢谢委员提醒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尤其是对于消费者的认知跟他使用上的安全性，我们会去收集国际间的那个管理办法来推动我们国内的一个管理办法。所以我也希望说你们未来也要将这个农药列为检测的一个项目。国际间要是说，因为我们要跟国际调和，国际间其他像欧盟、像美国、像日本，它有对这一个方式有做管理的话，我们也一定会采纳这个方法。但是在所有的化妆品原料，其实它最重要的还是属于化学原料，天然原料的部分，除非它有写说它是天然的、有机的或者什么，那我们一定会纳管。是，那是不是请署长这边针对我今天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农药要列为检测的项目，是不是我们署里面要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这个检讨，然后是不是列为未来的一个检测项目哈？我们可以先调查。好，先调查。是。好，那另外就是说针对化妆品广告夸大不实的这个部分哈，本席尤其是在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化妆品品牌，它都有一些很夸大的一个广告哈。那这个 DM 可能一些我们的朋友看到之后会觉得很心动哈。那有的化妆品它标榜就是说睡一觉醒来黑眼圈全部不见了，那30秒小脸就是这个让你的脸会变小哈。那还有很多哈。
这个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呢、啊、哈。那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夸大不实的一个广告，那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则，或者是针对这样子的我们不实或者是夸大的广告和我们怎么去约束？依据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4条、啊、不管是第一项第二项，它对于广告或标示的管理都有要求，尤其是第六条的部分，它要是标示夸大或涉及到医疗效能，它有罚则的。所以在全国的地方卫生局都有专案在做标示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专案啊、哦。那对于广告的部分呢，除了我们署里头有广告的专案，在地方卫生局，它平常对于辖区里头的报章杂志啊，或者是电视电子媒体也做这一方面的一个管理。那对于周年庆的时候，尤其是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就像委员说的，它是非常行销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像这个内容呢，它是涉及到夸大的，我们会交给地方卫生局来做处理。所以广告这样化妆品，它如果要这个上市的话，它的广告是不是也要，他们要怎么行销，是不是也会送到我们署里面？在广告要事先申请核准。对，那申请，那表示他们都是有送到你们署里面去申请，然后也是合格之后。这个内容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是，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针对一些夸大不实的广告哈，我们署里面可能也要稍微约束一下哈，要不然真的是有的说这个涂上去30秒之后脸会小一寸了，我相信很多女性可能会很心动哈。谢谢。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黄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陈莹委员进行咨询。主席请署长。好，请江署长。对，今天没有工业局吼。有工业局哦，好好。好，没有，待会再请他们，谢谢，你不要紧张。那个工业局的晚一点，最后再请你们。好，委员好，好，署长好，我想在这边，我想本席的态度是这样哈，我们以这个不虐待动物为前提啦，但是要以保护人类为根本。好，那我想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从一开始，坐在下面一直聆听哦，我一直觉得这个议题有点不清不楚哦。那我想是这样子，大家在讲这个化妆品，光化妆品，我们以中文来说好，这个会牵扯到后面讲这个标示的问题。因为我们直接讲到化妆品，我就会想到就是有颜色的，我们要上色的，让我们的这个看起来稍微这个修饰的比较粉嫩粉嫩的，好，比较年轻一点的。那但是呢，这个，但是其实我们讲到动物实验呢，对不起，那个这个是化妆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中文会讲保养品，那这个跟化妆品又不一样。但是通常一般人不会去翻我们立法院立法通过的这个名称，化妆品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想在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化妆品要做动物实验，其实严格讲起来，有动物实验的部分是化妆品的原料。好，这个包含我们使用的保养品的原料等等，应该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了哈。好，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接下去讨论哈。那我想，如果是署长可以很清楚的回答，我下列几个问题哦，我想我们可以更精确、更有信心的来立法哦。那第一个，请问卫福部，就是说台湾防止动物虐待协会哦，在本月16日发布最新的数据哦，在国际人道协会的这个推估，全球平均每年因研发化妆品新原料而牺牲的动物数量大概有123,310只。一直到503,360只哈，那这123,310只到503,360只，所被我们拿来使用做实验的动物当中呢，请问它的种类，好有哪些种类，然后比例是多少？那我们台湾好所使用占了又是多少？第一个问题。报告委员。在食药署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是不是？其他农委会有吗？农委会有吗？如果没有，你就说没有，就不用再浪费时间。这些化妆品部分没有。好，谢谢，大家都没有这个资料。好，再来哈，农委会
为了落实点到了就自己上来哈，农委会为了落实国内实验动物的人道管理以及动物福祉哦，每年依据国内动物科学应用机构使用的这个实验动物状况哦，还有这个动物科学应用机构实地监督的这个查核结果哦，你们有编制了这个实验动物人道管理的年报，那供后续的这个监督管理还有各个机构来参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们这个数据哦。那依据最新一期103年的这个监督报告统计分析呢，专科以上学校有72家，动物药品厂动物药品厂有20家，药物工厂有12家，生物制剂药厂10家，医院29家，试验研究机构64家，还有其他11家。那请问农委会，其他11家是有包含了化妆品公司吗？那请问有几家？那使用了多少动物？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分类，其他的部分可能是针对有些非上述的分类的一些分类的项目。所以也是一样没有答案哈。那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回答哦，看哪个单位可以回答。化妆品公司有几家？那化妆品原料公司又有几家？在台湾？百分比多少？有。我们由那个杜组长来说明。好，请报告委员。目前在经济部那边登录有案的化妆品的制造工厂呢，大概有970家。那原料化妆品原料公司有几家？这个部分可能看看工业局这边有没有有在做动物实验。工业局也没有哈。好，没关系，没有我们就跳过了哈，大家都没有。那再来哦，化妆品需要动物实验目的哦，是。刚刚前面吴坤玉委员有讲得很清楚哦，我们是在保护消费者的安全。那欧盟推动这个化妆品零动物实验哦，截至2011年总共投入了2亿3800万欧元哦，是欧元哦，不是台币哦。他们投入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费来非常积极的来开发，就是说动物实验的这个替代方案。那本席要请教一下，卫福部目前全球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案有多少种？那未来如果我们自己又打算要投入多少经费？报告委员，我们没有这一类的资料。好，也是没有。我从第一题到现在，我们目前我都没有问到答案哈。好，没关系。那我们再继续哈，工业局，你不要再继续坐在那边了哈。那个台湾2014年跟2015年的化妆品出口前五大国家，哈，分别为就是国家跟地区啦，分别为香港、中国大陆、美国、东协跟欧盟。那请问工业局，你离麦克风太远了。如果化妆品禁用令通过的话，是有助于本土化妆品产业出口吗？还是没有帮助？那我们预计产值可以产生多少？如果没有，你就说没有，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这个部分还要再评估。好，所以今天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单位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立这个法。我想贸易是这样，贸易是互惠的哈。那我们如果禁止国外有动物实验的化妆品或化妆品原料进来的话，那会不会对我国的其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品项、出口的品项有产生影响，会不会？工业局，你也不知道，目前不清楚。好，谢谢，通通都不清楚。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刚刚讲到标示的问题哈。我刚刚已经从这个保养品，我们中文的化妆品跟保养品这个。一般国人对这个两个词汇的理解来讲起，那是这样，我之前我们应邀到了韩国国会做交流啦，然后也看了一下这个韩国真的很爱国，他们全部都是用韩文。好，但是产生一个状况，就是大家觉得说，要买就买不下去，因为连他是差哪里的都搞不清楚。好，再来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当然台湾的厂商是这样，我们标注英文会感觉看起来比较高级。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好像可能是消费者一般的习惯，一看到原文看到英文就觉得说，这个应该会价钱要可以再调高一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想本席在这边建议是说，有关于标示的部分因为我们过去在
国小、国中、高中受的训练哦，对于这些化学的这些名词，我们基本上大家会有一些概念，所以反正转换成中文，我们反而会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或者是在两者并行哈，会比较好。一般这个除了帮助我们理解之外，好，再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外来的好销售来观光的这些在我们在。等于说也可以卖得比较好啦，人家原文稍微看得懂一点哦。那但是也有我们国内的，也帮助我们国内消费者了解哈。那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卫福部准备好了没有？工业局准备好了没有？农委会准备好了没有？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个法我们如果让它通过，你们准备好了吗？报告委员，因为这个法我们希望是要有一个宽限期，它的实施日期应该是在三年或更久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会把动物试验的替代方法跟所有的其他的该厂商要执行的资料里头都会把它声明清楚。另外我们有新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法，里头对于厂商的管理、物品的管理、还有制造厂的管理跟输出的管理都非常的完整，在上头也希望委员们当我们送进委员会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好，是这样好，就是有关于这个实验的部分哦，如果没有用动物的话，可能还是会用人来做职业的实验了。坦白说，我也做过白老鼠了。好，那我有替国内的几家厂商做过实验，但是不是原料，是这个化妆品的在上市之前的一些好，直接来尝试一下。那另外我要提的是说，大家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用小白兔，用天竺鼠还是小白兔的这个照片哈，但是我们也请你们去查一下哦，到底这些用于化妆品的这个动物实验当中的那动物的种类是哪些？因为据我的了解，很多是用那个老鼠，因为老鼠毛比较少，不是那个毛茸茸的那些动物，那对于在测试皮肤其实是不方便的哈，也麻烦本席对这个还蛮想了解，请你们查证一下，谢谢。好，谢谢委员。陈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进行咨询。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是不是可以请江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署长好，今天我们审查这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哦，那基本上这一条其实本席是赞成的哦，就是说其实基于对于人道的考量啊，就是说对于动物的一个关怀，我想基本上是支持禁止做动物试验啊。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一条通过之后啊，当然国内的化妆品业者他们就我们会全面禁止他们对于成分做动物试验。那本期想问就是说，那对于外国的化妆品啊，他们如果做对于成分做动物试验的话，那是否会也同样禁止在台湾贩售？因为我们条文还没有在委员会里头做讨论，所以在国外的部分呢，我们对于茶厂的部分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法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是有困难的。那食药署这边是倾向怎么做呢？对于国外他们做动物试验的成分，因为第一个在法通过之后，应该对于之前的是既往不咎嘛，所以之前所做的动物试验我们是不会把它纳入我们的管理范围里。那我们现在已经对于已经常用的一个化妆品的原料也都有列管哈，有大概有2800多种，那毒剂药品的部分也有100多种，所以这些新成分的部分呢是我们专注的一个对象，可能我们会对于厂商的要求会比较多。好，所以如果当然这个在实际审查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于外国的这个成分，如果他们做了动物试验
这部分如果我们也是禁止的话，禁止在台湾贩售，那我希望在管控上面、规范上面，食药署要相关的配套跟其他部会在这一部分有严格的控管。但如果说是没有禁止的话，那我想食药署对于可能发生情况，比如说国内的业者透过委托国外机构或国外化妆品厂商做这样的一个动物试验，持这样的一个证明文件带到国内来制造生产或者说直接在国外委托国外的这个机构做动物试验之后直接在国外生产，结果进口到台湾来，我想这种可能，我想食药署应该都要思考到当然未来也是看说到底要如何规范我想不论结果如何，做从加强控管方面或是对于可能透过委托国外机构这样的方式进来我希望都能够达到我们今天希望修改这条法案的一个立法目的，就是禁绝对于动物做试验。好，是，谢谢。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审这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其实刚好昨天就有民众到我办公室来陈情，他谈到就是说他自己个人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做了一个化妆品的使用分享结果他就被约谈，那他有很多部落客的朋友也同样面临到这样的困扰。那其实网络上我发现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甚至被地方的这个卫生局开罚。所以我想请教署长如果单纯的一般消费者他个人对于化妆品的一个使用心得，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因为现在这样子非常的这个普遍那食药署对于这样的一个单纯使用心得的这样的一个po文，它到底是违反了什么规定？在我们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里头，对于化妆品的广告内容，我们是规范非常严格的。化妆品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润泽发肤、刺激嗅觉、掩饰体臭或修饰容貌。我们没有要求，没有给予的功效，它是不可以说的所以在网络里头，不管是部落格或者是雅虎拍卖网站，这些内容，第一个，它是个人的话，那么它对于宣传的内容不得夸大不实，那么也不得有推销的行为。比如说他的部落格里说，我使用这个化妆品，你可以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得到，或者是给了一个电话，那大家就可以去打这个电话购买。这样子的话，就跟你使用的经验跟行销是挂上钩的，我想这就违反到我们的规定了。好，所以可是如果单纯他只是一个使用的心得啦，就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用一个洗面乳然后谁觉得这个洗面乳洗得非常干净然后有就是很一般的介绍的话，那当然前提是他其实跟这个厂商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对价关系，没有任何聘雇关系，纯粹是个人的一个使用分享的话，那为什么那食药署的是认为这样子其实就不构成就不违反相关的规定吗？一般卫生局会请他做说明，应该是内容还是会约谈他夸大，请他要修正内容，不要让人家误导说洗面乳可以让你的痘痘完全消失或掩盖，你的皮肤会一天内24小时内变得白泡泡又嫩嫩。对，如果说他都没有用这些文字的话，所以署长您的意思是基本上还是要看个案来认定。是的，是的。好，那基本上这个所以是不是因为我看到根据这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24条其实有要求说必须要事前送审，而且它的内容必须要符合相关规定，就像署长您刚提到的不能夸大，不能不实或宣称有疗效等等。那可是第24条它里面文字是提到说如果要事前送审，是说化妆品的厂商对可是今天的情况是他只是个人一般消费者他跟厂商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有偿或对价的关系的情况。那食药署面对这么多，其实网络上成千上万这样很普遍，脸书这样发表的一个 po 文，那还是会约谈他了解他的情况吗？其实这样会造成很多网友们的这个不堪其扰。所以我不知道说署长对于这一部分尤其是事前审查这一块有没有思考过？因为现在国际间其实对于化妆品
他们其实没有所谓的事前审查机制，而是改由事后的监督。哦，那我们也知道3C 产品、手机、电脑有很多的开箱文啊，使用心得。当然化妆品很特别，可国际间并没有所谓的事前审查。我想署长在署里面做决定，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因为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61年订定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修正过这个24条，所以我们也希望新的法里头呢，可以依国际的潮流来把事前审查的部分变成事后的监督，跟食品卫生管理法一样哦。那第二个就是24条里头呢，第一项其实它是针对个人的，就个人的部分，你所po的文章或者是使用心得，不可以夸大或者涉及到医疗效能，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才是针对业者，化妆品的厂商，他在做广告或行销的时候，他对他内容要事先申请核准。是。好，所以即便是第一项啊，针对个人，那第二项才规定要求事前送审。可是对第一项，如何认定他到底是不是夸大不实的这个文字内容啊？我觉得食药署这边，当然你们是说要个案认定。可是对于现在网络兴起，这样很多部落客使用心得的分享、开箱文等等，哦，其实第一个食药署这边人力绝对不够，哦，在查缉上有困难，哦，第二个这样不堪其扰的对这些部落客啊，去约谈，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第三个也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寒蝉效应，变成他们不太敢这个发表自己的心得啊，发表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一部分啊，食药署其实应该要来检视我们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个人使用心得的po文，啊，其实到底第一个是不是认定它是一个广告，啊，其实我想请教署长，你们认定它是否为广告是根据哪一条？24条第一项，第一项的规定啊。对，好，所以我希望说食药署面对这个，因为61年制定到现在没有修订啊，其实科技日新月异哦，已经是数位产业已经兴起啊，面对这样的状况，通盘的一个检视啊，我希望说，对于个人纯个人的心得分享、化妆品的使用分享，应该要视为应该对广告定要重新有一个标准。第二个啊，其实啊不应该要求他们有事先送的，当然这个是第二条对于厂商的部分了，啊，所以我想以上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也反映民众向我澄清的问题，啊，希望署长能够重视，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谢谢蒋万安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林俊宪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食药署江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署长好。署长，今天我们大家来关心化妆品的一个管理，啊，那食药署管的是食品、药品，大家知道了。其实你更要管化妆品，一般人可能就不晓。还有医疗器材。还有医疗器材哈，哦。是。那台湾的药品的安全性以及啊，最近几年的食安问题，所以大家对食品药品的安全啊，台湾也在法规上啊制定了、更新了，大概也是全世界啊我看是最严格的食安相关法律啊。但是对化妆品，我们的化妆品管理条例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法律，刚提到了它是1972年制定啊，大概44年前，这几年来啊，这40几年来啊，大概修订了5次吧，啊，最近一次的修订是2002年，几乎啊没有办法赶上啊时代的变化。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委员都来关心这个问题。那化妆品啊，并不是我们一般说啊只有女士小姐，哦，在使用，它的范围其实非常广泛啊，洗发精啊、洗面乳啦，啊，这个香皂啦、防晒用品、乳液、刮胡剂啦、除臭剂，几乎都是啦。男男女女啦，老老少少，每天都会使用，嘛都会使用到。那吃的东西我们就注意啦。那这种化妆品啊，其实我们一般人
没有像对食品、对药品那样的关注啊。那实际上它也造成了不少问题。我看最近啊，化妆品相关的案件啊，最大的几件啊，像瑞士维黛这个案子，组长还记得吧？记得。不孝厂商啊，在台湾自己用瓶瓶罐罐自己装的，一瓶成本20元，拿去知名的百货公司周年庆啊，一瓶卖5000块，来骗这些爱美的女士啊，而且还成为该知名百货公司啊周年庆的业绩冠军啊。嘉丽宝的白斑案啊，这个是日本知名的化妆品牌，那造成了很多的使用者啊皮肤过敏，造成白斑。这个案子对不对？对。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啊，像美魔安，这个是网络啊非常出名的一家化妆品，结果呢，它也造成很多消费者使用啊造成的对身体的伤害。我想请问署长啊，这三件案子是谁抓到的？其实都不是食药署抓到的啊。瑞士维黛案呢，是我们感谢一位热心的女调查官，她自己买回去使用以后啊，发现皮肤严重的过敏，她自己锲而不舍的去追，才发现啊，原来是在台中啊一个铁皮屋工厂里面自己装的，号称瑞士进口的。嘉丽宝案呢，是因为有很多的受害者，这个案子才让我们政府注意到。那美魔安呢，根本啊，消费者投诉无门，最后去拜托一位市议员出来处理啊。很可惜的，我们的法律啊，对这样的不肖业者都没有办法处，没有办法施以重罚，全部都变成消费纠纷了。是不是这样子？是的，是的。那我们的食品安全法规范非常严格哦，现在大概30万处罚起跳到500万。但是我们的化妆品呢？我们化妆品分两大类啦，其实最多的是一般性的化妆品。请问署长，如果我要制造一般性的化妆品，我需要跟您报告吗？需要跟政府登记吗？现在不需要，不需要，只要用合法的成分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登记。台湾啊，经过估算啊，有1000家啊，有1000多家的制造一般性化妆品的工厂，有跟我们食药署政府登记的、啊、有47家，就不到5%哦，不到5%的工厂有来登记，就是所谓的符合 GMP 的规范了。这是自愿性符合 GMP 规范的，自愿性，这个是重点。所以厂商如果生产一般性化妆品啊，他要不要登记啊？凭自己良心，我高兴就来登记。工厂登记是一定要，那是工厂登记嘛。但是我的化妆品生产啊，它是自动性的啊，自觉性的啦，你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那通常啊，这是人性问题嘛，谁愿意去登记？报告委员，我觉得、啊、要是没有登记，工厂登记然后生产化妆品被我们查获是刑法的。那是工厂登记的问题，不是你化妆品管理的问题。化妆品工厂登记，搞清楚哈。另外啦，对于目前呐、啊，政府的稽查，实际上我们有在稽查啦，但是很可惜呢，你大部分稽查的都是看得到的实体，尤其是专柜啊，是不是这样？但通常啦、啊，会在百货公司的实体店铺或者专柜摆的啊，基本上都合法的。那你这样的稽查，我觉得有点浪费人力啊，因为问题出在啊，很多你看不见的地方，它没有店铺的啊，比如说市场啦、啊，或者等等一些像是啊、个人的美容院啦、啊、吼等等，或者是最大的主要在网络了、啊，网络上啊，署长有空，我知道你化妆品去哪里买了，你在网络买过吗？很少，量你也不敢，因为。你没有办法保障啊，所以啊、哦，在网络上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买化妆品，他们只能赌运气啦。网络上卖的东西啊，是完全没有规范保障的。那厂商啊，我当然敢冒险啊，你用了我的东西啊，如果你出了问题，抱歉，法律没有办法处罚我，我跟你是消费性纠纷。我觉得啊，目前我们的法律对于化妆品产业啊，法令过时啊，
几乎没有监督啦，几乎对消费者啊没有办法保护，几乎对不孝厂商啊一点吓阻力都没有。所以我认为我们食药署应该要勇于主动修法嘛。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一个法律啊，四五十年的法律啊，你都不去修改，不去动它。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官僚啊，我改了法律啊，我自找麻烦， 我自己找很多业务给我自己做。我希望以目前国民健康的观点来看，食品药品我们的法律更新，我们追上来了，我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化妆品其实每一个人每天几乎都在使用，我希望食药品负起责任，赶快制定出相关规范，尤其是对厂商监督的法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你们有这样的打算吗？有这样的规范吗？有，我们现在新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法啊，都已经送到行政院了。我想这次交接上会有把这个法律就新法啊，会再重新审视。新法修改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之前呢，其实化妆品卫生管理法在卫生署的时代也曾经在立法院里头审视，但是没有通过。那刚刚委员所说的那个所有的场所，比如说格子去的商店，或者是我们的杂货店，或者是夜市的摊商、食盐商店、情趣商店，其实在卫生在食药署都有专案，每年专案在检查这一方面的标示跟品质的管理。那在百货公司，其实就像委员说的，这不是重点，但是重点是百货公司里头的试用的化妆品，它是不是预期？抱歉，因为我时间的问题，你查不到了，网络你都没人在查了。网络也有专案在查，我都没有看到。我刚跟你讲的所有的大案子啊，都是变成消费纠纷了。我们食药署的稽查能力很薄弱，是，谢谢。赶快把法律修改好不好？好，好，谢谢署长，要修法，好，谢谢主席。好，我们谢谢林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蒋乃馨，蒋乃馨委员不在，我们请杨耀委员进行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江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署长好。署长，我们今天讨论禁止食用动物试验的立法哈，我想这个立法方向应该大家都是赞同的哈。那我还是就相关的一些问题跟署长做个探讨。是。署长，现在在立法例上有没有很多国家已经明文禁止使用动物试验的化妆品？我们手上知道的有四个国家，像纽西兰、欧盟，欧盟不止了，欧盟是28个国家，是，还有印度，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有四个国家，但是在全球啊，大概有80% 的国家是还没有立法的，然后有一些国家是它化妆品上市前必须做动物试验的，也有。上市哦，有的是要求一定要做动物试验。不过纵使立法例不多哈，我们还是可以做立法的讨论啦。是是。国内目前流通的化妆品原料使用动物试验的市占率多少？你们大概知道吗？在九十九年之前哦，所有的新成分或者新限量的话，几乎在提安全性试验报告的时候，我们有看过有十几项。但是99年之后呢，我们到现为止在向我们申请的是还没有看到有动物试验的，都是用非动物的替代试验方法比较多。所以目前在国内流通的化妆品其实本身使用動物試驗的就不多了，因为国内流通的化妆品的成分非常多，是古老就有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在使用，安全性都非常安全的。是。那包括进口原料吗？你刚刚回答的包括进口？对对对，像防晒的原料，这是我们十几二十年来都有在使用的一些成分。那署长这样子回答我假如用这样子讲，就是说其实
动物试验的化妆品在台湾的流通性其实本来就很低，我这样子叙述对吗？是近年来，跟你的回答应该是说，因为化妆品这个对近年行业啊，我们当然讲日新月异嘛啊，所以有新的方法出现，新的原料成分出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对对对。那在国内，我们所受理到的新成分或者新限量标准，要超过它的限量标准，或者是新的使用方法的申请案里头，我们是还没有受理到有动物试验的一个资料。哦，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修法完成以后，事实上对现有的市场的冲击并不大。因为我看王玉明委员的提案，其实是还有缓冲期的。那他这个缓冲期就是因应应该立法的原意是要因应修法通过以后，对目前市场的所带来的冲击，希望能够运用缓冲期的立法技术来让行政机关有所因应。所以署长这样子回答是修法以后其实冲击不大。应该是这么说，我们在这个法案送到署里头来的时候，我们曾经依据这个法案请教所有化妆品工会或业者，他们给我们的答案是也没有说非常强而有力的数据可以来说服我们或说服立法院这个法案不通过。那对于这个，老实说了，现在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里头呢，对业者的管理并没有强制性，对它对于工厂的管理也没有强制性，所以这一类的资料我们是非常少的，可以提出来的资料非常少。不过因为报告员现在是国际地球村嘛，所以所有的产品其实是四处自由流通的，尤其是化妆品，所以国外或国内有新成分新产品出现几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也要考量到这一点，新成分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让它可以合理合法的上市。所以所以要有例外。我还是这样子讲啊，就是说立法通过以后哈，对于产业会不会有冲击哈，或者是其他的应变配套哈，署里面还是要事先做个规划，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室。署长，卫福部大概每年都会进行不法药物、化妆品跟食品的联合稽查哈。这个像化妆品跟药品，像这个专案应该就是你食药署的执行哈。那104年，就是2015年7月哈，监察院有一个纠正案，就是卫福部每一年对于不法药物、化妆品跟食品的联合稽查专案计划的稽查重点里面，没有就化妆品的部分，没有就保存期限标示的真伪做查证，这件事情署长知道吗？对保存期限的部分呢，是化妆品在出厂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标示上去的，是不是真伪？我想要靠我们的稽查技巧跟，另外一块就是，就跟食安一样，是民众检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对于来源标示也不明，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是监察院对你们的这个纠正案里面写的，是我们会加强管理。那你们有改善的措施了吗？还没有。我看署长这样子的那个应该还没有。应该是说，我们现在针对化妆品的部分，依据那个监察院给我们的一些需要改善的内容呢，我们会做专案性的一个稽查跟管理上的一个改善。对。那对于进口厂商，他的仓库里头的产品，还有市售的产品，还有他网站上登记的一个批号跟有效日期是符合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去查的。然后对于在贩卖点，比如说大卖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它过期的产品如何去做处理，还有我们也会做。还有来源标示也不明，好，这个可能在夜市里面卖的，可能就是它可能就是厂商也都没有标，好，这个你们以后稽查的时候还是要范围重点。是，我最后讲一个，就是你们每年联合稽查的对象，大概都是实体业者。好，对。那署长，因为现在网购的比例跟情况非常的多，所以你们对于电子商务的稽查是不是要加强？是。谢谢委员提醒，我们一定会加强。好，因为电子商务后面其实还是实体的商家，所以我们是针对网络上贩卖的后面，哦、因为他可能有的他并没有是个人，他并没有，对，他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他就是只有仓储，好、哦，所以他不能说网购的背后就是实体店面，这个是有差别的。是，好，那因为网购的情况那么多，为了要保护消费者，对于电子商务的稽查，还是要多下一点功夫。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专案在做处理。好，好，谢谢署长，谢谢主席。好，我们谢谢杨耀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梅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不在，徐佑明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林淑芬委员进行质询。主席，各位大家午安了、哦，是不是还是请我们署长？好，请江署长。委员好，署长，我在这个今年的四月哈、哦，去了一张公文函，问你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含药化妆品含锌化合物成分查验登记时都必须这个依规定哦，提出这个相关资料哈、哦。那你们发出去的许可药证大概有这个15222张嘛哈、哦？对。然后问你们近十年了哈。哦，94年到105年三月底止，哈，申请含药化妆品查验登记有附动物试验相关资料，并核准并发给许可证者，哈，有三张嘛，哈，你刚刚讲两家，事实上有三张执照嘛，哈，是。那其他的大概都会农委会管，可是农委会不会知道你们动物试验是要去做药还是做化妆品，所以跟你们登记的有三家，那。你们这三家这十年里面都没有做动物试验，好，原因是说你们的回文是说，因为引用国外科学性回顾文献的，就 review 的 paper 或者是物质安全资料表 MSDS 哈，所以事实上台湾都没有在做。那台湾没有在做哈，会涉及到几个状况，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以这个科技部，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没有邀请科技部嘛，哈，主席有邀请科技部吗？没有，好，那我在今年三月也问过科技部哈，就台湾化妆品业的这个发展趋势和影响，好，也相关的问题问他们，他科技部对我回答几件事情哈，就是说台湾化妆品这个动物实验的必要性有待检讨，他们显然也不认为需要动物实验哈，为什么呢？他说全球化妆品产业以抗老化、抗环境污染、无动物实验、绿色包装、绿色素材为主。好，那台湾呢？95%的化妆品原料是依赖进口的。好，那所以他们从技术产业来发展的趋势，他们认为台湾应该往上游原料端去发展，开发更天然、更环保、更安全的原物料。好，那新原料、新制程的开发仍然是有必要的。好，他们认为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这个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法很多，所以他们也认为在研发阶段呢，虽然这个需要做一些试验，但是有替代的方法，而且安全性试验，虽然替代方法比较少，我们知道
动物化妆品的 成品跟成分是不一样的哦。成品哈，我们要去网上由成分去开发哈，但是呢，要做动物安全性的实验啊，代表这个东西哈，替代动物实验替代方法会比不用安全性的试验还要少，但是呢，通常会等产品或者是成熟的技术以后才会去执行，所以在研究阶段执行比例不高，且研究人员都会了解到这个禁止用动物实验的国际趋势，所以啊，很多实验室也在用那替代方法，所以这是科技部的意见，好，那以科技部这五年的专题研究补助有关实验动物的非活体实验替代方案，哈，这五年他们一共补助了大概有7000多万，啊，当然不只是用于化妆品，包括用于药品，那大概研究的这个计划有29件，所以哦，他们事实上认为就是说，动物实验的这个必要性其实是应该是很低的，啊，那检视你给我的公文，我刚开始一就念，台湾这十年来没有做过。所以我今天意思是说，今天委员的修法版本哈，要给业者3年的缓冲和准备期，事实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种需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化妆品工会大概也是认为说，你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做实验哈？化妆品工会他们也承认他们目前是没有在做的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给3年的缓冲期和准备期呢？报告委员。因为在这个所有化妆品的管理安全性试验要使用非动物性的那个替代方案来做，我想我们在署里头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准备，不是，然后另外不得使用动物实验，我们还要公告所有的申请条件要改变，还有一些的内容，我想辅导厂商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啊，但是现在就没有厂商在做动物实验这一件事啊，台湾都没有，十年内也没有啊。那我们意思是说，法立即通过以后呢，法公布施行，那你当然就会公告新法令，那限期这个叫他们这个要就要大概要提供没有在做的证明等等的哈。对。但是那也不用3年缓冲期和准备啊。我想在收集国外的资料跟厂商要使用的时候，那个他要改变他的想法，因为动物试验 不一定是说在申请查验登记或新颜料，他要有一个功能，比如说24小时内可以让皮肤除皱啊什么的话，他有些厂商也是会对于这个在做的，尤其是广告申请的时候。那我刚才已经告诉你，台湾的95%的原料，科技部的统计其实都是进口进来的，台湾就是没有在做。那我们要跟你讲，就是说，事实上呢，新成分是非常少，国际里面新成分也很少。那旧的成分以前做过了，就不用再做了。我在讲是原料成分哦，我不是讲产品哦。新产品当然是就既有的成分去组合来组合去，但是呢，成分本身、原料本身，全世界为什么可以开始同意禁用动物实验？是因为所有的原料成分作为一个新开发的东西，那个比例和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该做的动物试验以前都做过了，所以新成分、新用途、新限量，哈，我们国家是说需要才需要申请这个所谓的申请含药化妆品含新化合物成分应减负的这个技术性基本资料这个表。那我们说要在台湾而言是安全性试验，哈，才是所谓的需要这个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是呢，事实上台湾也没有新化合物、新成分了，几乎都没有了。其实我在化妆品管理方面呢，其实我觉得我倒是看出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在哪里。那个风险可能是在于说啊，他使用新成分，但是偷偷的用不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要问你一件事情，他如果偷用新成分，然后安全性不明，搞不好也没有做动物试验，然后偷加入，请问你有办法检验的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吗？它只要是有国际的方法，而且我们有国际上有标准品，没有 那个前提是你必须先知道它是用什么成分，
你才会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检验它。如果连它里面添加什么成分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会知道要去检验什么？环管处处长在这里，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一个工厂制程加什么东西不知道，你会知道排放出来的东西要验什么吗？环管处有办法吗？如果你不知道它添加什么东西，你会知道它排放出来的东西要检验什么项目吗？环管处，同样的道理啊。跟主席报告，因为环管处管的是化学品登录的部分。哦，我就是在问你工厂制程部分。对，工厂的制程，如果他没有告诉你他使用什么化学料、化学原料，他排放出来的这个污水，你有办法透过它的排放去检验出它的非法成分吗？只能初筛，就是一般用仪器去做初步的筛检，但是确切的物质的话，恐怕还要再经过更进一步很费工去做检验，所以那个部分困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你都不知道它添加什么，更不用讲说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检验出这个成分，对不对？某种程度来讲，对，是不是？是，是。好，来，署长，所以我要问你，现在我都经常在怀疑，很多的化妆品，事实上他们有一些特殊秘方，秘而不宣，偷偷使用，它可能是千分之一，可能是万分之一，可能是百分之一的含量，是一个新的化学成分，可是呢，他们也不告诉这个使用者，他们也不敢公开告诉人家他有偷偷使用这种原料。在这种状况里面，你不知道它的成分，你知道怎么检验出他偷加什么东西出来吗？有办法吗？其实我们在做化妆品管理的时候，就像委员说的，它是一般的物品，它加什么，其实我们是用标示看的。那在标示成分里头，标示成分之外跟它的功效里头，其实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了。我不在讲标示成分，我在讲标示成分以外的不标示的添加的秘方。对，其实在我们最近所做的化妆品的检验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告公布的内容是标示上没有的成分，我还是检验得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初筛，可以用机器的筛检的部分来把它可能有的那个结构找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结构再去找出它可能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有生产的一个成分。我们有那个资料库，尤其是我们跟 FDA 之间有合作。那你做过吗？你做过这种筛选吗？国内你有这个查核过吗？抽验过吗？我请研组来做说明好不好？好好。我们如果是在检测用 GC mask 的时候，那就是在筛的时候，就是可以有如果说资料库里面有资料，可以我要问你最新的化学物质，这个成分可能是不断人家厂商不断研发的。我们两个月、三个月一个新的研发一个新物质出来，用了不好，再两三个月再增加一个再放进去，用的不好再放一个新的，它成分可能只有万分之一。当然，我们筛检验的工具可以达到 PPB、PPM 的这个层级，所以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物质，你当然可以筛得出来。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物质，你的这个检验、你的筛初筛可以筛得出来吗？你如果连它是最新的化学物质，你筛得出来吗？报告委员好，我想在业者他要添加什么东西，他基本上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前端就文献的一个资料佐证，他有具有什么样的功效。我在跟你讲非法的不标示的秘方啊，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才是我们在化妆品管理上的漏洞，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最担心，因为那个是秘方，他不愿意他在法律上他是不存在，他是偷违法使用的不标示的这个东西，它可能有特殊显著的效果的啊，这个东西我们才是很担心，因为现在科技非常进步，而且到纳米层级的，到这种状况，一个物质在普通物质状态跟到一个纳米状态是不一样的。可是纳米级的这个原物料的管理上，我们其实还是很多的跟不上的地方啊，检验上也是一样啊。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到 PPB、PPM 的，可是要先前提是你先知道它是什么物质，如果连什么物质都不知道，恐怕要检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那我们现在要再讲这个
化妆品的安全性试验规范，请问台湾有没有化妆品的安全性的试验规范定出来？有没有？我们请那个杜组长。报告委员，在我们有发布这个申请含药化妆品新化合物成分要减负的技术性资料的基本资料表里面是有列出来，好，如果业者来申请新的这些成分要减负的一些项目，好，比如说急性毒性、啊、这个我知道了，这个表我知道，所以你们是在讲说最重点在安全性试验那一栏嘛，安全试验那一栏才会试射到动物实验嘛。可是呢，你们这个在安全性的试验规范那一栏讲到，要以科学上合理可行且具有佐证效力的非动物替代试验方法为优先，并得参考国际间规范或本部公告的药物哦，听好，是药物哦，药物非临床试验优良操作规范及药品非临床试验的安全性规范。可是药物非临床性的试验操作规范跟药品非临床试验的安全性规范，什么叫做非临床？就不以人体为临床，所以是以动物为临床的这一种安全性规范出来的药品原料。所以你们对于化妆品原料事实上是没有定出你们属于化妆品的安全性的试验规范，你们遵循的是药品原料的临床试验的安全性规范，对不对？报告委员刚才讲的那个非动物实验，那个是讲的实验室，你要符合 GLP， 就是实验室优良操作。这个是讲实验室，另外讲说安全性规范。不过国际上呢，也很少针对特别化妆品的安全性试验去定。那有些成分它，因为它也是会用在药品或是化妆品多种类的产品上面，所以它可能是在药品的部分呢就已经做过动物的安全性试验了。但是这样子在管理上，我们还是有认为有定出化妆品安全试验规范的这个另外一套管理体系，它不一定要跟药品管制强度那么高是放在一起的，或者是说它所遵循的这个临床的这一种高的管制东西，你反而还会鼓励它的原料去做动物试验。所以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安全性的试验规范事实上不应该朝着去鼓励去做这个动物性的实验去奖励。好，那我们在讲说啊，这个成品是你们管的，那原料是不是你们要管制的？如果我从日本 95% 里面大多数也是从日本做这个进口的原料，那原料进口这件事情是谁要管？是你们管的吗？报告委员，我们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没有说这个要管。可是我们知道看到很多国外的化学成原料进口是没有主管机关，那因为在海关 CCC code 里面它没有分出主管机关，所以它到底是用到哪里去是没有被源头就开始追溯的。所以原料进口到用到药厂里面，还是用到化妆品里面，还是用到其他的这个化工厂里面，我们没有从源头去追溯。报告委员，在进口的时候它还是化学原料，对，它是化学原料进来，所以化学原料有它的主管机关，不是没有的，有一些化学原料恐怕也没有。但是化学原料进来之后，至于它贩售给一般的化学工厂或者是化妆品工厂或者是药厂，药厂是一定要管的，因为药品的原料就是必须要管理的。对，但是有一些化学原料是没有主管机关的。现在化妆品的原料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法上没有说食药署一定要去管，所以我们下一次的修法还请到委员支持。那我们的化妆品原料现在就是用化妆品原料，食药署要不要纳管？我们可能比较在乎的是这件事情。那个在新的法上，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可是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啊，就化妆品原料也是药的原料，同时共用，是也是食品原料，也是食品原料。这个食品原料风险比较高，所以它规格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在讲说，也是你 FDA 的这个权责。药品原料跟食品原料我们都要管。好，对，但现在因为化妆品原料你们是没有管的，化学品，但是化妆品原料你现在不是不纳入管理的，
化妆品原料，但是我们国家是在边境是化学品，所以它还是有主管机关是工业局经济部。对，我想这个这个我们食药署将来有新的这个化妆品管理条例全新修正，要再送。那什么时候会送新的版本进来？我们的版本现在在政院讨论，在行政院，对各部会正在讨论。我想让他尽快送进来，我们可以针对刚刚林委员询打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将来也可以配合。就是我们这边的提案修法，我们把它修得更完整。对，我们就是在担心说，这种所谓的原料，从原料开始就有非常新的，可是事实上是我们无法掌握的。那另外一种是非法的，不公布成分的，因为量极少的非法的这一些秘方的添加怎么管理，这也是一个问题。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希望。照目前来讲，台湾的产业化妆品国际产业分工里面，事实上是比较像是一个不以研发为核心的，所以我们是以生产产品出来的，那原料是进口外国的，但这种状况不以研发为方向的，至少目前产业链里面不是以高科技研发 为核心嘛，那这种状况里面禁用这个动物试验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行的，是这样子，应该要叫立即可以做了。好，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林委员的咨询，对这个法案修正的支持哦。那我们接下来请何新淳委员不在。本日会议询答全部结束，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等三案之审查，请宣读修正条文及修正动议。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蒋乃馨等21人提案第6条，化妆品之标签、仿单或包装，应依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之规定，分别刊载厂名、地址、品名、许可证或核准字号、成分、用途、用法、重量或容许批号或出厂日期，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指定公告者，应刊载，并应刊载保存方法以及保存期限。前项所定应刊载之事项，如因化妆品体积过小，无法在容量上或包装上详细记载时，应于仿单内记载之。其属国内制造之化妆品标签、仿单及包装所刊载之文字，应以中文详细标明。自国外输入之化妆品，其标签、仿单及包装应译为中文，并在包装上载明输入厂商之名称、地址、品名、许可证或核准字号、成分、用途、用法、重量或容量、批号或出厂日期。化妆品还有医疗或独具药品者，应标示药品名称、成分、含量及使用时注意事项。委员王玉敏等16人提案第23条之二，化妆品之成品、半成品原料配料进行安全性试验时，除有下列情形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外，不得以动物作为试验对象：一、该成分被广泛使用，且其功能无法以其他成分替代；二、经证实确具人体健康问题，并有详细研究评估资料证明有进行动物试验之需要，违反前项规定之化妆品成品、半成品原料配料不得贩售、不得贩卖第一项各款情形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庄略雄等22人提案第23条之二，输入或制造化妆品之原料成分、色素、样品及成品于国内外经动物实验者，不得贩卖、供应或意图贩卖、供应而陈列。委员王玉敏等16人提案第27条，违反第7条、第1项、第8条、第1项、第11条、第15条、第1项、第16条、第1项、第17条、第1项、第18条、第1项、第23条、第1项或第23条之二、第1项、第1项、第2项禁止规定之一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宾科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金，其妨害卫生之物品没收销毁之。违反第23条、第1项或第23条之二、第1项、第1项、第2项
禁止规定情节重大或再次违反者，并得由各该主管机关撤销其有关营业或设厂之许可证照。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厂有第一项情事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并对该法人或工厂之负责人处以该项之罚金。委员庄瑞雄等22人提案第27条，违反第7条、第1项、第8条、第1项、第11条、第15条、第1项、第16条、第1项、第17条、第1项、第18条、第1项、第23条、第1项或第23条之2禁止规定之一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金，其妨碍卫生之物品没收销毁之。违反第23条第1项或第23条之2禁止规定情节重大或再次违反者，并得由各该主管机关撤销其有关营业或设厂之许可证照。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厂有第一项情事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并对该法人或工厂之负责人处以该项之罚金。委员王玉敏等16人提案第35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本条例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第23条之2第1项自公布后1年施行，第2项自公布后2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继续宣读修正动议。第23条之2，化妆品制造输入或贩卖业者进行化妆品或化妆品成分之安全性评估，除有下列情事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外，不得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一、该成分被广泛使用，且其功能无法以其他成分替代；二、据评估资料显示有损害人体健康之余，需进行动物试验者，违反前项规定之化妆品不得贩卖。第一项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之申请程序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27条，违反第7条、第1项、第8条、第1项、第11条、第15条、第1项、第16条、第1项、第17条、第1项、第18条、第1项或第23条、第1项禁止规定之一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金，其妨碍卫生之物品没收销毁之。违反第23条之2第1项或第2项禁止规定者，处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锾，其妨碍卫生之物品没入销毁之。违反第23条第1项、第23条之2第1项、第2项禁止规定之一，情节重大或再次违反者，并得命其歇业及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厂有第1项情事者，除处罚其行为人外，并对该法人或工厂之负责人处以该项之罚金。第35条，本条例之公布日施行。本条例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第23条之2、第27条、第2项、第3项规定，自公布后3年施行。提案人委员王玉敏，联署人委员陈曼丽、蒋万安。宣读完毕。好，谢谢议事人员的宣读。那我们现在先休息15分钟，大家先用餐。15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开会。
讨论一下，因为他法制，那我们法制。OK， 那等一下，因为这个的话，
这两项里面，对，不是整条，是这两项。对，我是这样。
修的。现在是说授权的明确性，目的内容范围啦，希望写多一点历史的，看要不要写到比较清楚。Thank you.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啊。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食药署针对这个修法提出这个你们的意见跟看法？我们是不是请江署长，还是是哪一位？因为刚刚大家好像单位之间也都已经有沟通过了，那是不是上来讲一下你们修正的意见？我们直接讲条文吗？还是？好，医师人提醒，因为我们还有蒋乃馨委员的第六条，那就从前面开始一条一条讲。来，我们先第六条，你们的意见。第六条的部分，我们的意见啊，是维持原条文。好，第六条维持原条文，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第六条就维持原条文。接下来是第23条之2。第23条之2，我们的意见是。因为委员有一个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我们依据这个修正动议的内容啊，增加第一行的部分啊，化妆品制造、输入或贩卖业者于国内增加三个字，于国内进行化妆品或化妆品成分之安全评估，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之外，后面是维持，是。就是加三个字嘛，哈，是于国内。那不晓得那个委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你们加的意思是只限定于国内的业者嘛，对不对？是，就是说将来那一些是国外的进行的，不是只有限制国内的业者在。不管国内就是他如果是国外厂商在国内进行的话，就要符合我们的规范嘛，就是原则上是不能以动物作为检测的对象嘛。是。好，那这个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好，如果暂时委员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23条之2按照这个食药署的修正通过。第27条，我们是建议在第三项违反第23条之1第一项，第23条之2第一项或那个逗点改或顿号改或，第二项对顿号改或，其他是遵照委员的建议条文。新台币的台，台湾的台，要改简写的台，是就是大写那个台。新台币的台要是大写的台。正体字，正体字吧。对，要改成正体字。好。在第一项的台字要改正体字。好，那27条呢，就按照这个刚刚的修正通过。第35条，这啊，补充说，你刚刚不是都讲好了吗？那个27条第三项那个病得命期歇业即废止。上来讲，那个第三项哈，修正动议这边第三项那个第二行，中间病得命期歇业即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那个后面那个即后面这个废止啊，
那个公司法、商业登记法跟工厂管理辅导法本身就有规定。那所以说，在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这里应该是处分到这个命期歇业。那歇业处分确定之后，通知这三个机关个别去做后续法的处理。对，因为公司法十七条之一，还有商业登记法第七条，跟这个工厂管理辅导法第二十五条都有明文。那这边明确再写，它应该是两段的不同的处分，一个是主体或工厂，那这边是那个对这个行为做处分，所以它应该是两段处分。我们这样写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化妆品工厂，它只做化妆品，那我们可以命其歇业，然后文给那个工业主管机关会去废止他的工厂登记证嘛、哦？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是说他有非常多的营业项目，除了做化妆品，还有做食品，然后做药品或其他的，那我们要废止他的全部或部分。那但是我还是会通知他们去废止，因为废止不是我们的工作。对。所以原来的条文这样写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原来就是这样子写啊，原来就是这样。鲍主席，那个原上条文没有问题，只是说他在跟现行的公司法、商业登记法还有工厂辅导管理法在搭配的时候，因为刚刚讲的那三个法律，在从歇业到废止那个全部或部分登记的时候，它有时间点是要歇业处分确定。照目前的二十七条第三项的写法是说，我在命令他歇业的同时，尽管看起来文字上有解释空间，是这个歇业处分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就可以要求登记机关先做废止，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因为其他的法律大部分在这个地方的设计都是歇业处分要确定之后才去做相关的废止登记，是差别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对，所以说我们这边在解释上面的话，行政程序上也不会有混淆啊。对，所以说如果说也没有问题啊。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二七条这边讲这个命期歇业以及废止公司、商业、工厂的全部或部分登记，那个废止的时间点是在那个歇业处分确定，在法律上确定的时间点开始做的话，那就跟其他的法律没有相冲突的问题。啊、是，如果这点确认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一定是这样啊。OK， 是。不好意思。对啊。绝对不是我们做的，对，登记绝对不是我们做的。所以没有问题吗？刚刚其实是要主讲，执行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那个意义上时间点会不太相同，因为是歇业处分确定以后。对啊，歇业已经在前了，这个文字也没有歇业在后。歇业处分确定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有受歇业处分的厂商提起行政争讼，在行政争讼的程序里面他没确定，要打完，比如说他一路打到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判决败诉，这个厂商确实他受的歇业处分是合法的，到了这个地步之后才能够说，才在法律上才能够说这个歇业处分是确定的意思。对，我们食安法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没有问题啊，这个在实务执行上没有什么问题，执行上都清楚它的行政程序，啊、而且食安法的体例也是这样嘛，都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就二十七条还是按照这个刚刚徐耀署的货，就是我们把它改成是货，然后新台币那个台改为这个正体字哦。二十七条就按照这个修正通过。那刚刚二十三条之二于国内的部分、哦、是不是因为今天有法务部的同仁在，我们是不是请法务部也再讲一下？就是说后来食药署增加的这个于国内三个字，二十三条之二，它会产生法义上的差别是什么？对对对，因为既然法务部来了，法务部还是从你们法律的观点帮忙解释一下，好不好？是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如果是照委员原来的意思的话，那是这些的化妆品的制造、输入或贩卖业者，只要是他们的产品没有经过许可的话，是不能做动物试验的。那如果有做动物试验的话，是违反了，就是有第二项的情形是不能贩卖，所以是不管在国内国外，通通是不能做动物试验。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商品，做了动物试验都不能贩卖。那如果说今天
加了于国内的话，那整个解读上就不一样了，就是制造业者、输入业者或贩卖业者在国内进行这些安全性评估的时候是不可以做动物试验的，除了有例外规定以外。那既然不可以做过动物试验的话，如果违反的话，这些化妆品是不可以贩卖的，是有两个禁止行为，是这样的差异。是，所以原来的是比较严格的，原来是很严格的，很严格的。是是， 那这一部分我们是尊重食药署的建议。是，好好，谢谢法务部的说明。所以食药署希望这样子调整之后，因为原来本席提出来是非常明确，好，就是本来本席提出来这个是相对严格的，你们在实务上执行会有困难吗？是，就是说对于国外的这一些化妆品厂商，我们很难直接去查证。对，但是至少我想今天的讨论，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一步，是说国内的部分，即使是外国厂商来这边设，或者是我们国内的厂商，我们先从我们做得到的部分，我们先管理起。好，那这个是食药署的建议哦，那法务部也同意，我们23条之2就照这个食药署刚刚建议的修正通过。接下来是第35条。35条，主管机关有没有意见？35条，我们的建议是修正成：本条例自公布日实施，本条例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第23条之2、第27条第2项、第3项有关违反第23条之2规定部分，自公布后3年实施。好，那这个施行，就是增加，这是法务部给我们的建议，这是法务部的文字啊，法务部已经同意了，对不对？法制局讨论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有新的想法，我们再讨论一下，因为你那个第27条，请问这个刚刚宣读的内容，法务部有没有意见？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歇业，没有意见嘛？哈，那法制局有没有意见？法制局也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他们建议是把第2项跟第3项把它删掉，对，都已经沟通过了嘛哈，沟通过了，好，都已经 OK 了哈，好，那就按照刚刚署长所宣读的内容修正通过。好，那请问在座委员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化妆品管理条例的修正草案，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有关于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3条之2、第27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玉敏补充说明，不需交由党团协商。没有书面。今天没有书面吗？哈。好，那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各位。好，皆大欢喜，谢谢组长，谢谢。哦，你辛苦，你辛苦，你是感冒了，真的、哦。我看你今天巡打好心疼哦，就是刚刚一半一直笑。没有，但是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咳嗽。这个先帮我。